请大家尽速回座哈，保持会场秩序间。因为八个委员会联席，所以出列席的官员跟委员特别多。那也因此，请大家尽量保持秩序哈。尊重询答双方。我们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请主密报告出席人数，并且同时宣读报告事项，谢谢。报告联席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报告事项，本院议事处105年3月16日函未请本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并案处理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刊物表案》，宣读完毕。报告各委员，我们今天是审查第二预备金的决算。首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次改选很多的新委员，那所以有关于今天的议程，主席跟大家做个说明。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决算比预算还要重要哈。决算呢，是因为大家这个支用前以后呢，那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在预算的编列是否符实，那第二个呢，当然也可以了解施政绩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会期呢，本席担任这个主席呢，我们会重视决算啊，会重视决算。那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尽量就决算的部分来进行审查。那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宣布议程，谢谢。刚才没念。先读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案。二、审查行政院函为内政部未办理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购置各项消防救灾装备，所需经费不乎1亿1847万8千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支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三、审查行政院函为外交部本年度办理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管所购置计划预算不乎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1517万8千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四、审查行政院函为教育部体育署为颁发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等肌肉运动选手及有功教练奖励金不乎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7293万9千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五、审查行政院函为法务部廉政署未办理法务部廉政署办公厅设迁移整修计划，所需经费不乎6000万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六、审查行政院函为法务部矫正署为应新设台南第二监狱及八德外役监狱开办相关经费需要，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3580万4千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七、审查行政院函为经济部为办理消费提振措施向下补助购置节能产品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乎11亿5280万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支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八、审查行政院函为农业委员会为因应104年1月9日起国内家禽场首度爆发外来入侵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办理扑杀、消毒及动物尸体处理等防疫处置，并推动防治强化及辅导产业重建复阳等相关措施，经费不乎2亿8810万4千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支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九、审查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办理八仙乐园混尘爆燃事件相关救治工作，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4亿5193万7千元之应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十、审查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办理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登革热防治计划，经费不乎1亿4210万2千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
十一，审查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因应整体登革热疫情，提升政府防疫量能，办理紧急防治及应变工作经费不符104,540,000元，东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东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十二，审查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办理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符5,7,816,300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十三，审查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办理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符4,9,111,400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十四，审查行政院函为海岸巡防署为该署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本104年度人事会不符，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4,700,000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案。宣读完毕。报告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审查去年度的这个行政院第二预备金。凡是有用到这个第二预备金的部分呢，我们都邀请备询。那因为今天呢，有很多的首长啊，或者另有公务，因为我们排会都是上礼拜排的。那有些首长呢，他们本身就是有外宾来或其他的重要公务呢，是早就排定的，所以只要合理的呢，本席都予以准假。譬如说，像我们的审计长，他10点有外宾啊，有外宾是别的国家的审计长要来，所以早就约好了。那所以，但是我们也谢谢他今天9点先到会，那待会会先离开，由副审计长来代理啊。那另外，我们的农委会的主委也是啊，也是到会了，那待会会请副主委代理。另外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有一部分的首长呢，今天跟其他委员会撞档。那我们基于尊重其他主审预算委员会，虽然决算跟预算一样重要啊，那但是立法院是合议制是协调的，所以如果说他跟主审委员会有撞档的话，那本席也同意啊，让他们能够到主委员会去，那由这个副首长或是其他的代理同仁啊过来。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主席都要求他们要以书面的方式来请假，那就表示对我们全体委员的一个尊重。所以这个书面的请假函啊，在主席桌上。那如果说有异议的委员，可以自行来参考哈。那另外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现在在场的委员哈。今天是8个，因为几乎8个委员会的部分部会都有用到第二预备金，所以今天是8个委员会的联席。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场几位委员，那其他的话我们待会就以这个质询的这个顺序哈，就不再介绍了哈。首先介绍我们王荣章委员，是我们财政预算委员会啊的这个委员哈，列席出席委员。另外吴秉睿委员也是本委员会非常资深的委员。另外，曾明忠委员也是财政预算委员会哈，决算委员会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那其他委员话就请列席的首长自行参考哈，待会登记质询的名单。第二个呢，我先介绍一下哈首长。那为什么要介绍首长？其实不多哈。那只要有用到第二预备金的部会哈，那我请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二方面稍微点一下名哈，因为以前常常发生。首长没来请假，就请人来代理，就代理的人也跑掉了哈，那都完全没有跟主席或是委员打招呼哈，所以我们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主计长石主计长，谢谢。审计部林审计长，9点待会要离开接待国外的审计长，所以待会请自行离开，那由副审计长王立珍副审计长来代表。第一厅的厅长李顺宝，李厅长。国立故宫周竹坤，周副院长。谢谢。中央选委会刘益周，刘主委。刘主委下午2点请假，由副秘书长于明贤与副秘书长代表出席。国家发展委员会吴明慧，吴处长。
主委有请假哈，有假单来哈。那另外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余孝全余副主委都有假单哈。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资深飞安调查官王新忠王调查官，司法院张琼文张副秘书长。内政部刘昌玉刘长次，警政署林德华林副署长，消防署江继仁江副署长，外交部侯青山侯政务次长，领务局罗天宏罗副局长，财政部吴当杰吴次长，北区国税局李庆华李局长，中区国税局许慈美许局长，关务署庄水吉庄署长，国产署李正宗李副署长，教育部体育署王水文王副署长，法务部陈明堂陈次长，廉政署赖哲雄赖署长，小镇署乌满盈乌署长，高等法院检察署王天胜王检察长，经济部卓世昭卓次长，工业局吕正华吕副局长，交通部曾大人曾次长，观光局张习聪张副局长，农委会陈志清陈主委。我们谢谢陈主委到场哈，他九点半要离开接待外宾，那由陈文德副主委代理。畜产试验所郑玉信郑所长，家畜卫生试验所杜文珍杜所长，动植防疫检疫署检疫局张淑贤张局长。卫福部食虫粮食主秘，疾病管制署庄仁祥庄副署长，食品药物管理署陈信成陈主秘，国民健康署林丽如林组长，社会家庭署陈素春陈副署长，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廖淑珍廖主秘。好，在我左手边哈，行政院环保署张子敬张副署长，海巡署陈世杰陈副署长，海岸巡防总局黄汉松黄副局长。好，以上是所有备询的首长。那跟大家报告，有的单位他会有这个部长下来会有一些局处首长出席的原因，是因为啊，他并不是全部用到这个预算，而是可能某些局处他用到，所以他们都有代理人哈。那向各位委员做个说明。接下来我们请教各位委员，因为今天我们是八个委员会联席哈，那这个登记的委员非常的多，那所以为了让我们开会的时间能够控制的话，我们是不是原则上每位委员六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但是当然主席也会通情通理，如果说委员在质询的过程当中没有到那么多的委员的话，那我们主席会看状况做第二轮的询答或者怎么样哈。所以原则上六加二可以吗？好，谢谢大家的配合。第二个，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那我们现在先请主计长石主计长来进行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审查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案会议，致感荣幸。以下仅就104年度第二预备金动支情形提出简要的说明。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计列75亿元，年度进行中，行政院根据各主管机关的申请，依照预算法第70条及预算执行要点有关规定，
控制动支的结果，一共动支69亿7740万元，未动支的部分是5亿2260万元，列为决算剩余处理。以上各笔动支数，其中超过5000万元的，一共有17笔，都已依预算法第22条规定送请大院备查。那有关104年度第二预备金的动支情形，按主管机关别说明如下：第一个是行政院主管动支了3亿8481万5千元，主要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办理补助2G、申诉4G 实施计划及补助固网宽频升级实施计划所需经费3亿2589万元。第二，司法院主管动支了520万7千元，系司法官退休退养给付所需经费不敷数。第三，内政部主管动支了2亿92万1千元，主要是消防署办理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购置各项消防救灾装备所需经费1亿1847万8千元。第四，外交部主管动支1亿3225万1千元，主要是外交部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馆舍购置计划所需经费不敷1亿1517万8千元。第五是财政部主管动支了8224万9千元，主要是国有财产署缴纳地交税及防治登革热疫情相关环境清理所需经费不敷4465万2千元。第六，教育部主管动支了1亿7293万9千元，系体育署颁发光州世界大学运动会与亚太听障运动会等19项国际运动竞赛绩优运动选手以及有功教练奖励金所需经费不敷数。第七，法务部主管动支了2亿8858万7千元，主要包括矫正署办理新设台南第二监狱及巴德外役监狱所需经费1亿3580万4千元。第二，廉政署办理办公厅设迁移整修计划所需经费6000万元。第八，经济部主管动支了24亿5344万7千元，主要包括经济部办理补助购置节能产品实施计划所需经费16亿5280万元，工业局办理补助2G换购4G手机实施计划所需经费8亿元。第九，交通部主管动支了3亿7500万元，系观光局办理补助国人住宿游园精彩行实施计划所需经费。第十，农委会主管动支了2亿726万6千元，主要是农委会畜产试验所、家畜卫生试验所、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因应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办理相关防疫以及辅导产业复原工作所需经费不敷1亿9042万1千元。十一，卫福部主管动支了21亿8118万8千元，主要包括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社会及家庭署因应八仙乐园粉尘爆燃事件办理相关救治工作所需经费7亿4015万2千元。还社会及家庭署办理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敷5亿7816万3千元。社会及家庭署办理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敷4亿9110万4千元。疾病管制署因应登革热疫情办理相关紧急防治及应变工作所需经费不敷3亿329万5千元。十二，环保署主管动支2353万元，主要是办理受污染的农地停止耕种的补偿所需经费不敷1770万元。十三，海岸巡防署主管动支4亿7000万元，系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因志愿士兵招募成效提升及提前起义致人事费不敷数。以上动支数额按正式别科目分析，一般政务支出11亿6835万1千元，占动支总额17%；教育科学文化支出9亿9059万7千元，占14%；经济发展支出25亿6155万元，占37%；社会福利支出21亿8118万8千元，占31%；社区发展及环境保护支出2353万元，占0.3%。
退休抚恤支出2396万1000元，占0.3%；一般补助及其他支出2822万3000元，占0.4%。以上有关各主管机关动支第二预备金的项目跟金额，在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中已经详加说明，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指教支持，谢谢。好，谢谢主计长。因为主计长今天是主要负责的部会哈，那刚才已经向本席行礼，那待会他有很多备询的地方上下台，不用再向本席行礼，直接上台哈。接下来其他机关的书面报告，请委员自行参阅。我们现在就开始询答，每位委员6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宗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麻烦请卫务部。好。主秘好，是，有一件事情跟你讨教，就是政府为了照顾身心障碍的朋友，都每一年都有补助他们购买相关的辅具，比如说像助听器、电动轮椅跟电动代步车，但是有很多的残障人士、身心障碍的朋友反映，现行的规定、申请的手续非常的繁复，因为过去只要是减负购买的发票之后来申请，那我跟你讨教现在的程序到底程序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主秘或者副署长说明一下。好，这个部分是不是我请我们社家署的陈副署长跟委员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报告委员。那基本上呢，以前就是救治的部分呢，辅具的购买是先去购买呢，再来请购。但是我们发现呢，请购了以后呢，其实并不一定适用。所以呢，我们后来新制的规定就是先评估了以后才购买。对，那现在变成有三道的程序，那哪三道程序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基本上呢，它是会经由这个评估人员哈去评估。那评估了以后呢，我们有辅具中心，那辅具中心会来做一个展示跟说明你适合的一个辅具，然后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再去购买。那购买完了以后再来请款。是，基本上有三道程序的。第一个是民众要减负相关的文件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公所或社会处来申请，而且减负有一些要减负评估的证明。第二个，那要等核定函以后才去购买辅具。第三个程序是减负收据，还有相关的保护书去申请相关的款项。那我跟你讨教啊，整个流程下来要多少天？基本上还是应该要看辅具的一个类型哈，那因为有简单的，也有比较是复杂的，所以基本上天数是不一定。我的估计啊，而且依照我的了解是1到2个月。第二个，就是我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要跑几趟，比如说申请机关或者是医院要跑几趟，您知道吗？基本上我们如果说这个身心障碍朋友他急需要辅具，我们辅具资源中心都有一些预备的，也就可以先租用。租用了以后呢，那再来申请完了以后，他可以购买新的。是，那我问题是要跑几趟？因为身心障碍者本身他行动都不方便，要至少跑几趟。我说是至少哦，不是至少要跑几趟。那基本上对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们还有一项措施就是道载评估的部分。是，那我跟您报告是至少跑几趟，至少跑3趟，有些跑5趟。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评估报告了，就是你假设购买比较昂贵的辅具的话，还要到医院去申请评估报告。请教一下，评估报告当事人要付多少钱，你知道吗？报告委员，基本上还是要看辅具的类型。那据我了解，应该是数千元。没有错，而且数千元没有错，而且是自己付。
所以我基本上赞成过去，因为您买完之后，再申请有一些弊端在，但是您把它改了，其实制度啊过犹不及。第一个，你现在整个流程一到两个月；第二个，要跑有一些跑三次是最少的，基本上要排五次。那另外自己假设比较昂贵的这个辅具的话，评估报告有时候2000块、3000块，而且还自己自付，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其实不合理。另外跟你讨教一个问题，补助，因为总共有15大项、170道细项，补助的金额是大约是多少？你晓不晓得？报告委员，因为基本上辅具真的是有简易，有数百元。那贵的话呢，像电子耳就更贵了，大概60万元，所以它的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是。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其实交通他整个行动也不方便了。我觉得您过去是太简化了，但现在又改得太复杂了，这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不公平。所以我卫务部能不能进一步检讨，假设他金额是小的简化你就相信他吧，那假设是金额比较昂贵的补助金额比较大了，我觉得适度的控管是合理的。卫务部能不能就这件事情进一步去评估去简化？谢谢委员的指教。对于金额比较低的部分，我们朝简化的程序来规划，就不需要，也许就不需要再评估。这个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之后呢，跟委员回复。是，那整个评估，卫务部要多少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多久？我们尽快就一个月以内。是，好，谢谢，谢谢你们能够把它简化之后了，让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简化，那也可以让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率。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曾委员，时间控制得很好哈。接下来请吴秉睿委员质询。我们审计长跟陈主委，好，农委会陈主委可以离开，谢谢。麻烦请交通部曾次长。吴委员早。曾次长你好啊。那因为我的选区是新庄啊，想请教你那个机场捷运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啊？目前我们机场捷运线还在做最后的验证测试跟旅勘前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办法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掌握的是，它有一个所谓系统速度提升的这个改善作业，厂商我们要求它是承诺能够在6月底把这个工作做完。这个做完之后，就可以进行完成后面的 PRSR 跟。试营运的作业，然后进入旅勘。所以呢？后面那个作业的话，需要跟营运单位一起合作。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的话，应该还要再加5到6个月。所以最快是年底。看后面大家努力的成果。好，这个是捷运本身的完工啊。我现在跟你说，我们有很多社区，它新建是在你捷运机场捷运线之前，就机场捷运线从它附近通过。那个测试的时候就已经造成很大的噪音了，那对于这个居住的这个品质有非常大的影响。你们之前我办过旅勘哦，你们的讲法都说要经过这个地方的什么环保局去测试那个噪音的这个分贝啊。我跟你说，你在半夜哦跟人家开车，然后经过这些社区，你们这个讲法地方的居民不能接受了，因为人家社区是先在那边的。如果说你捷运原来先盖好，后面社区才新建，他在新建社区的时候可以至少一个预知说这个机场捷运线在那个地方将来有噪音污染。那人家社区先盖好，你机场捷运线后面才做，你产生那个噪音哦，有非常多种，有尖锐的刹车声，有低频的这个震动等等啊。我在这里很慎重的跟你提出啊，拜托，是不是应该要去设置隔音墙？这一点交通部是不是要再评估一下？各位委员报告，就是隔音墙是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只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会设置。你这个回答跟我上跟你刚刚跟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他还是要看他
发生的这个噪音的状态是怎么样来？啊，你经过那个社区那么近，啊，你那个检测没有办法这样准确啊。好，所以我再一次说哦，你们如果老是这样子官样的回答哦，有可能到时候连居民的抗争，就算你沿线好的也没办法开啊，因为你一开，人家没办法睡觉，人家没有办法生活啊。只要他提出来，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检测。好，我只是现在跟你讲，这边争执也没有用，我是跟你讲说我们地方上很大的要求。好，请回座哈。是，主席，请内政部的邱长赐。委员好，你们那个 A 七的那个合宜住宅啊，是，现在即将要进入这个完工申请使用执照的，你知道吗？对，我大概了解。但是那个 A 七的区段征收，所以征收区污水处理厂没有做，你了解吗？因为这个业务不是我主管的部分哈，那我回去了解一下，再跟委员报告。什么回去了解一下？我现在跟你讲，没有就是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做好，结果你现在只有靠这个 A 七大楼的这个。大楼里面的简易的这个污水处理，要把家庭废水排入十八分坑溪跟这个垭口坑溪，进到塔流坑溪的流域，全部流到我们新庄来。哎，是。你这个东西如果不处理好啊，你的淡水河整治计划就破功了，因为塔流坑溪最后是进入大安溪，进到整个淡水河流域，结果那边盖了8000户的集合住宅，污水处理设备没有，这标准的以邻为壑嘛？那我们住在新庄的人怎么处理？我们整个南新庄在附近，在那个塔流坑溪流域有20万的人口，结果你在 A 七盖了这么多年，让桃园县政府99年开始污水处理，该处理延宕到现在都没有进行。是委员这部分的话，的确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太恰当的。那个有关污水处理部分，事后我来进行。你回去通知我，明天要开记者会，要向全新庄人报告这件事情。好，研究好要怎么处理，你明天给我们回答。这个太过分了！你上面盖的集合住宅要好了，没有污水处理设备，整个家庭废水污水全部都要弄到我们塔流坑溪的这个流域里面来，叫我们新庄的人怎么办？是，好，那请回座，请财政部的吴次长。委员早。早哦，我上个礼拜有咨询那个这个审计部关于苗栗县的财政问题的。苗栗县的财政确实去年年初就拉警报了，到了年中他提出一个改善计划，你们也帮他协助，他还在叫穷。最后到选举前，你们那笔钱是用什么标准借他们？那个部分是我们跟财政部跟主计处有演绎出一个异常的一个机制。那基本上那个借款的部分呢，也是依照他的这个统筹分配税款相关的机制，并不是说额外有特别借他。那拨了多少钱？那个部分我可能还要再。我的岳家在苗栗啊，是地方人士跟我讲说，本来选举都动不了，到了后来中央政府钱借下来之后，县政府就动了。所以你们是因为选举因素提前把钱借给苗栗县政府，让他可以去做一些选举的开支，让他一些欠债可以去清偿，让他整个选举就是因为这样来影响选举，是不是？不是，这个机制应该是全面性的，不是为某一个县市。那基本上全面性的问题是去年借的只有苗栗县政府啊。符合那个机制的部分都可以，因为苗栗县政府都可以，但人家没有来借嘛。苗栗县政府是先出问题之后，你后面去定机制，然后让解决他的问题。我现在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了哈，我上个礼拜咨询的结果，现在注意听哦，编制内的合法编制的不算，超额的约聘雇技工工友、约聘雇人员、技工工友，还有1480几人。1480几人是从1700多人降下来的，降了200多。本来一年光是这个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人事费用7亿。我现在问你，你借他钱是越害他洞越来越大，因为他不去解决这个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这个人事经费等等问题，靠继续举债度日。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苗栗县的财政，对于未来苗栗县的县民是不公平的。
你们要借他钱，要叫他把这个超额约聘雇这些事情解决嘛，要有这些为前提嘛。他这些不解决，然后继续借钱，他的财政怎么样改善？那请问现在有改善吗？各位委员报告，他本来就已经超限，就不能再举债了。所以这个部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有关这个节流的部分呢，我们已经也都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要他全面性去做一些检讨。那去年全面性检讨到现在，上个礼拜审计部，他审计部刚刚审计长还在这个地方啊，他在委员会的回答清清楚楚，目前苗栗县政府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还有1480几人。合法的额度内的都没有给他算，光算超额的哦。那这样一年人事经费至少要5亿多6亿啊。那这样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去定一个办法来借苗栗县政府钱，你又怎么有办法改善他的这个财政状况呢？所以哦，你们如果是说为了自己同党政治目的这样子恶搞哦，坦白讲对不起人呐、啊。好、哦，这个以上给你参考，我是建议。要自己把自己不良的部分改善完毕之后，才能够继续借他钱呐、啊。自己都不自强，光靠人家借他钱，我们只能够救急，不能救穷。不然的话，我来去将来来去弄一个市政府，我来约聘你超额10000人，你要不要借我钱呐、啊？都花后代子孙的钱呐、啊。委员，你的意见我非常认同，而且方向上就是，跟您说的就是救急不救穷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所以我刚刚强调的重点，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不解决，应该暂时不能借苗栗县政府钱，否则他永远不解决啊！他拿公家的钱绑自己选举的庄啊，你知不知道？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有请国发会吴处长。委员好。吴处长你好，今天我们在审第二预备金，去年的第二预备金哦，在整个75亿里面啊，从现在所提出来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去年在10月30号所宣布的短期消费提振措施，里面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啊。我大概行政院3亿多，将近4亿啊，经济部24.5亿啊，交通部3.75亿，可以说是在这次第二预备金的审查当中哦，占一个非常大的比例。那我想所有的人都很关心啊，就是。你们去年10月30号所推出来的短期消费提振措施，到目前为止，你们所评估具体的成效如何？当初其实我们就有在评估，本来是40.8亿，后来增加到50.8亿嘛。那成效大概是会增加 GDP 大概197.8亿美元，98亿台币。我大概再进一步请教一下哈，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增加到51亿的？这个是在后续，就是在大概今年1、2月的时候，因为譬如说是在像节能节水啊，或者像小型农机具，因为反应非常热烈，所以后来就陆续增加了一些金额，包括那个一些旅游住宿这一块。对，没有啊，我相信你们补贴给民众去买那些家电产品或者是旅游哈，就一般民众的反应会很热烈，这个我并不意外。但是我现在想要具体请教的是说。你们在决定增加到51亿的时候，那个时候单纯的是因为在民间的反应很热烈，还是说有做过什么样子的评估，做了这样子的决定？因为我觉得，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消费提振措施的一个精神，就是希望透过政府的补助，企业可以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折扣，然后民众如果反应热烈，他会增加一些消费，所以当然很自然而然。当我们看到这个反应非常热烈的时候，特别是在旅宿业这一块。我们就立刻的加码，那个名额就开始增加，所以我觉得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这个消费的动能可以比较起来。我绝对相信哦，当初你们在提这个措施的时候，一定是利益良善的、因为当初你们一开始所提的时候，希望能够提振 GDP 到154亿嘛。对。
那刚刚按照您所说的加码以后，希望提到191亿嘛？对，97.8。那到目前为止，你们针对这一个措施，我的问题其实蛮具体的，就是对于它具体的成效，你们做过什么样的评估报告没有？有。应该是说我们更完整，我们事前就有评估嘛，评估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我没有了，你事前所做的评估就是你的 forecast 的，你会有一些预期在吗？ 对。那我现在希望看到比较完整的齁，是你们具体按照目前施行的状况实施的效果，因为我必须要老实讲哦，就是说作为一个在预算把关的立委，我看到这一次所提出来的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我老实讲，我感觉到心里非常的不安了、那之所以不安呢、是上面大概只有数字，没有具体的说明。那基于什么样子的理由？基于什么样子的评估？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要去追加这一些预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某个程度上，当行政部门没有提供必要的资讯。我们在这边审预算，特别是像这第二预备金的，往往就会成为橡皮图章，就是你们提了啊，说这个可以增加 GDP， 这个可以刺激消费，这个对经济成长有影响。那如果立法机关在审这些预算的时候，完全按照行政机关嘴巴所声称的那些口号就接受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可以接受啊，这样子立法审查预算的品质是很低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啊，国发会？刚刚您跟我说你们有做评估吗？对，我们因为报告委员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整个那个措施有部分是在二月底截止，那有部分会在六月底，所以我们本来就规划四月底五月初会做一个完整的评估报告。我想会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你们到目前为止，你说四月底五月初要做完整的评估报告，那有中间的评估报告吗？我们可以在那个会后把当初我们所看所规划的一些量化所评估的量化跟质化的效益提供给委员参考。是不是可以麻烦你们除了这一次会后提供参考以外啊，以后再提出你们书面报告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报告同时也附给本院的其他委员参考。那要不然的话，在审这个预算的时候只有看这些数字，没有看到你们基于什么样子的评估要去追加，事实上真的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是不是还可以再麻烦国发会这边把你刚刚所讲的你们内部可能有做一些暂时性的评估，把内容提交给不仅仅是我个人啊，也给其他的委员参考。没问题。好，那个请回主席，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再麻烦请那个司法院还有法务部的代表？好，请上台哈。不好意思，我先麻烦一下法务部的陈次长哦。次长，你们在这次第二预备金的时候，因为司法官的退养金啊，然后希望多编了1800多万的第二预备金的预算。如果我看上面数字没有错，是这样吗？那您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说，去年2015年啊，法务部申请退休的人员有多少人？104年度有34位。您讲的是检察官吗？检察官，对。我现在哦，就是我上个礼拜不好意思哈、因为到礼拜五的时候才看到今天的议程，所以我就赶快拜托，我看完了今天的议程相关的报告，我赶快请了那个贵部的同仁，很辛苦哈、帮我整理这个资料出来。那他给我的这个资料哈、可能不仅仅啊哈、是检察官的，还有法务部其他的同仁。2013年。申请退休的人数是359，2014年是363，相对都稳定。到了2015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571个人。那就检察官的部分，其实司法院哈，你们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一样。司法院的法官2013年申请退休的20个，2014年15个，到今年突然提到去年2015年突然提升到63位。我不晓得次长或是司法院
你们对于2015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申请退休的法官或者是检察官，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好，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检察官的部分来讲，因为是2015年，就104年1月6号是新制的法官法，有关于60岁以上就可以退养领退养金。过去的话呢，是65到70之间领退养金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新制法官法修改，所以有增加了一部分的申请退休的人员。2011年哈，在修正法官法的时候，我相信法务部或司法院都很清楚哈，对于新制，对于法官的退养，有比较优裕啊的保障。那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我个人并不是反对，但是我现在看到我法务部，你们平均同仁退休年龄，次长您知道几岁吗？哦，我没有去统计。我可以直接跟你讲，按照你们提供给我的资讯，是56岁，里面90%以上的人都是领月退休俸。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必须要这边先打住哈。我会希望法务部还有司法院，你们在看到整个退休制度的时候，同时可以去斟酌到，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50几岁就申请退休，领月退休俸，对于整个国家整体财政所会造成的负担。法官法里面所得替代率最高的天花板竟然到了98%了，竟然到98%了。我相信这个在许氏当中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制度，对于我们整个年金制度接下来的改革，我们必须要共同的努力。谢谢。接下来请赖世葆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计长还有财政部的吴次长。赖委员好。两位长官好。委员早。这个台湾的，因为两位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景气到底怎么样？景气啊，比如说，这个财政部先回答好了，你们的外销情况怎么样？在2月份的资料当然显示还是持续，还是黑嘛，还是不好嘛哈。3月份的部分，我们目前当然还在持续观察，但是从前面第一周、第二周来看的话，它是衰退的幅度，目前看起来是有在稍微有缩，还是衰退？对，衰退幅度小一点，有在小一点，但是小一点，还是要看后面这两个礼拜的状况。好，楚局长呢？你们负责统计的，是景气怎么样？景气当不太好，所以我们2月17不理想嘛哈。2月17预测就是今年成长1.47%。原来预估多少？就是当时有下修0.85%了。好，我请问你啊 ，CPI 啊，现在多少？CPI 就是2消费指数啊。对，2月哈，是成长2.4%。那是多少？全部 total 多少 CPI？ 成长2.4%，2月，那1、2月两个一并计的话是成长1.6%，上涨1.6%。去年全年平均多少？去年啊是。2014年是负的，负成长0.31%。那1月份就1点多。1月份是0.80%，2月是2.40%，所以1、2月平均是1.60%。为什么2月份会多那么多？那主要是食物类啊，食物类2月什么地方涨价了？食物类什么东西涨价了？8.45%。那其中呢，当然是因为寒害的关系，所以蔬菜类啊涨了80.7%。朱局长，你对 CPI 的看法怎么样？对景气的帮助怎么样？有人提到说应该适度的通膨，因为毕竟我们的薪资啊，劳动薪资来讲都几乎都固定，没什么涨，所以如果物价能够涨一点的话，这个来讲可以带动整个景气啊，可能可以增加投资机会。当然，也有人认为说最好不要什么等等，所以这里面你看法怎么样？
当然我们当然也是希望物价平稳啊，因为薪资不涨啊，所以物价最好不要涨啊，对不对？而且物价最好跌啊，可是不要忘了，物价跌是物价是通货紧缩哦，通货紧缩代表经济衰退的一个前兆哦。如果连续三个季是通货是衰退的话，是紧缩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衰退哦。对，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对，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嘛，现在没有紧缩的问题嘛，是对不对？现在来讲，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外界看到什么？外界是说，来，你们两位都讲嘛，经济也不是太好啊，股市为什么涨？来，请问市长。股市涨得很凶啊。股市是跟其他市场是一个相对性的哦。那我们这一波当然是因为大家资金对未来期待很高，是不是？对未来看涨。市场是有它的利基啊、哦，我们市场的什么利基？股市的这个上市柜公司殖利率相对比其他市场来的高。这个这是过去以来我这个过去三个月前也是这么高，四个月前也是这么高，那时候都不涨，现在涨，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嘛，钱太多嘛。钱大家都跑进来了嘛，热钱太多嘛 ，hot money 太多嘛，对不对？股票市场紧力凶散啦，钱多了就涨嘛，钱少了股票多了就跌嘛，就这么简单嘛。现在就是钱多了，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就预估这个台币会怎么样，可能升值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看到几乎各方面的专家都讲了，我们几乎可以预估得到。央行会降息，降息什么意思呢？降息就代表说你钱没过来了啦，热钱没过来了啦，啊，照这个处理啦，啊，因为我们这里啊没看你啦，你这样子的话又 push 台币升值，台币哪里有升值条件？认真讲解的话，对不对？哪里有升值条件？你刚刚讲了，景气也不好，外销也不好，物价这么平稳，它怎么会升值呢？是不是？那就热钱嘛，就来这个让大家全世界在印钞票，全世界在撒钱呐、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预估央行会降息啊、哦，这个当然不是你的业务了。不过市场你要不要看明一下？对这一部分，这个、部分大家都说央行降息。这个部分最近媒体的分析报道，都倾向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哦。不过这部分还是要看尊重央行的权责。啊，对，财政部人有什么含义没有？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因为资金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然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符合市场机制的一些这个价格的变动哦，这个部分是央行的一个权责哈、哦。那当然这里面我们所关心的，当然这里面进来之后，如果这样一个措施到底会影响是怎么样，这当然后续也要持续观察。所以你也同意你刚刚讲了嘛，你刚刚讲说台湾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本利比很低，那个哦，四个月前就这样子的，五个月前也是这样子，那叫很 juicy 耶，五八，台湾的股市五八，所以大家要来。可是五个月前不涨啊，四个月前不涨啊，最近拼命涨啊，为什么？最近汉曼也进来了嘛。那个主席长，你要不要讲一下？主席长，今天是讲你的统计法，等一下问你统计法，来，你要不要讲一下 ？Say something。我想，刚刚委员，你不能每次回答苦瓜脸了、啊，这个样子。是，刚刚委员也提了。啊？刚委员也都提了，委员你同意吗？是。啊？适度的让它降息一下，可以防止汉曼里进来嘛？啊嘛，这个还是要尊重那个央行的。是啦，但是一般媒体都这样子看嘛，这最浅显的道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太多啊，所以它涨啊。当然不是不希望它涨了哦，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什么都涨啊。可是现在你就发现它没有基础嘛，没有基础嘛，这是很危险的。等一下哪时候钱跑掉了，呜就下来了。这里面是这个样子，好吧？那个车长请回吧。那个主机长，我再请问你啊，这个你说这个有这回事吗？说不配合你统计的要处罚，有这回事吗？哦，跟委员报告。还是你刚才已经说明了？那个统计法是在研修中呢、啊，我们。那个也在征询各界的意见，那这个部分还没有。研修中就是不配合的要处罚，是不是？就说那个事实上本来的统计法是不是确定了、啊？不配合的要处罚，是不是？不是，这个还在研修过程，还没有提到我们的法规会。事实上，这个有啊。你为什么不要改一下说配合的给你鼓励？哦，我们事实上、啊、
厂商对不对配合调查，我们已经有鼓励的机制。要鼓励啊，配合有鼓励配合的鼓励，对不对？是送给什么小玩具什么之类的，哎。厂商配合度高的，我们目前就已经有鼓励措施了。鼓励啊，要鼓励啊，不是处罚，处罚上面哪不插理，没人不插理哦。等一下，这个立委把你骂的要死啊，这个好吧，你请回吧。我们请一下那个，我时间没有了，请那个内政部跟交通部的跟 NCC 的好不好？很简单的问题啊。委员好。哎，好。委员好。啊，来来来，请。那个 NCC 先请教一下啊、哦，你们那个二基升四基啊，这个动用预备金3亿2000多万啊，截至105年的2月只有到55%啊，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目标，这个结果你满意吗？那个到3月18号，二级升四级已经接近70%。啊，70%那也是没，那怎么会这样子呢？现在已经四级了，为什么大家还不愿意去 upgrade 呢？而且你们还鼓励呢？因为那个二级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比较这个不倾向变化。你不会想 do something 来帮助他们 upgrade 一下？不会。业者也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在加码。好。好，那个交通，请问一下，交通跟内政的，哎，这个高铁土壤异化有没有影响啊？会不会影响？高铁本身它有深基础，就是桩基础的设计，完全不会受影响。不会影响啊、哦。好，内政的，请问现在蔡英文准总统说要大幅度的都更啊，是不是跟土壤异化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要、我知道，跟土壤异化的是必然的。那个这方面，事实上我们就现在目前就在朝这个方向，就是对。土壤异化的高潜势区开始优先都更，是不是这样子？确定吗？未来我们优先处理的地区就是这个地区。对。接下来请王荣章委员质询。主席，麻烦我请。我们审计部王副审计长，委员好。嘿，副审计长您好，我想要请教您，我们行政院动二的依据，主要是依据预算法第70条的规定，哈。那在这里面第二项的规定，原列计划费用应增加业务量。至增加经费时，好，这是条件之一。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是不是能麻烦您说明跟解释一下？对，它指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对，就是说，按照预算法第70条的话，就是原列的这个业务量增加的时候，譬如说，可能原来就像刚才那个提振消费措施，可能原来是补助，可能某一定的数量。那等到后来觉得有需要再增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再增加他的一些。所以这里面是原估的数量不足，好，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或者是条件有变化的时候，所以我们增加相关的经费支出，好，是这样子的情况。是。好，谢谢。那是不是请我们卫福部，我们石主任秘书？石主秘，我想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审计长的说明哦。好，那所以本席想要请教您，卫福部我们社家署的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实施计划的这一个部分，要动至第二预备金的原因跟理由，符合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谢谢委员的指教。关于这个育儿津贴啊，还有我们这个保姆托育的这个制度这个部分哈，那么实际上从历年看起来，那么出生的人数是有增加，那申请的家庭数也有成长。那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前一年的编列预算，所以实际上呢，对来年的时候这些的确是有成长。所以我们原来没有办法预估，好，我们没有掌握，就是预计。的预算的支出的情况，所以以至于就是说有大幅度的改变之后，我们原编的预算不足，
您的说明跟解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动二？是的，是。是这样子。是不足，是没有。好，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计划哈，这是从101年到107年的计划，原来的就是说计划里面的经费预估数是多少？我们在104年的预估数是多少？您指的是育儿津贴的部分。育儿津贴在104年度的时候是45亿，那是预算数。对，计划里面的话，原来估算的经费预估数是多少？45亿，然后后来加上动二之后是变成是52亿。你听不清楚计划？哦，好，还是副处长来回答。原来核定的计划里面经费预估数是多少？要不要本席告诉你？因为当时是一个5年的计划哈，七年，对，后来一直执行到会是行政院核定，我们到107年。那刚开始呢，每一年大概就是推估的话是29亿。当时我们101年，看来你们负责业务计划还没有我清楚，就是说预算的状况。我本期说给你听好了，好，这个预算的就是说预估，原来在101年的时候，经费预估数是估算数39.65亿，结果我们预算只编29亿，然后动用第二预备金10.31亿，102年预估49亿，然后我们只编29亿。第二预备金动用了20亿，好，那103年50亿的预估，然后我们只编39亿，第二预备金动用了11亿，好，去年的这一个部分原估51亿，预算编只编45亿，好，去年算是动用第二预备金最少的一年了，好，其实原来的预估跟后来的决算是接近的，好，为什么？我们的预算编列不足，请回答。好，是跟委员报告，我刚刚讲的29亿是一开始的，那今年我们是修正为配合行政院107年，所以就是刚刚照委员讲的，就是有第101年是39亿。那为什么会不足？就像我们施主秘讲的，因为呢105年在编预算的时候，其实会是看前2年的执行数。那当时呢，我们在104年呢，因为出生人数呢是有比103年又再多3000多人，但是那时候呢没办法去推估说出生人数会增加，所以呢104年你们原来的预估事实上是符合实际的状况的，是，但是就是只能编上45亿。我想请问审计长，王委员，你的麦克风开一下，谢谢，才能录音，谢谢。我们函请行政院主计处督促相关机关研谋改进。是。好，那你们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就是跟委员报告，就是像刚才委员所说的，就是像譬如说像社家署，还有像几个单位，他连续几年都是用同一个事由来申请第二预备金，那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是所以。我们审计部认为社家署这样子的做法，事实上至少是有可疑之处嘛。就是说，可能将来在预算的编，因为他可以按照过去的一个状况来预估，说他可能预算需要编列多少。不过，因为预算在编列的时候，可能也或许他们在编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能够完全如他们所谓能够编进去，所以这个部分，那我们请。所以是因为编不进去。所以只好连年动用第二预备金。这个没有，这个可能要看状况。不过就是说，我们请主计总处。你们怀疑吗？好，所以就是说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求，就是说研谋改进嘛。是，那总处主计总。那我想请问我们卫福部，对于审计部，这不是本席的意见，跟看法。好，是我们审计部的，就是说意见，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研谋改进？或者是说，你们认为审计部的这样子的意见，事实上也是错误的认知？
跟委员报告，因为在101年之前，我们的生育率是在下降中，但是这几年看起来呢是慢慢回升，所以我们有过去这几年的经验呢，在未来编列预算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参数。好，本席请教，我们在今年编了多少预算？105年，我们编了多少预算？45亿多。45亿，我们去年的决算数是。52亿，是，我们编45亿，是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支出会下降，我们出生率会下降的结果吗？因为呢，预估今年105年的出生人数大概是19万多，那原来104年是21万3千。你告诉本席，今年还会不会动二？今年还是不是要继续迈向第五年，连续动支第二预备金？会不会？基本上是，因为是依照人口推估来编列，那基本上是应该是符合。那因为这个又是，卫福部你们已经答得非常的勉强了哈。这一个部分的话，事实上立法院也已经看到了，本席看到就是说，在103年、104年，哦，我们卫环委员会啊，其实也看到你们的预算编列不足，结果的情况。好，竟然是如何？我们的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的执政党的委员，然后后来提出的决议，竟然是排除统三了。好，你们其实原来编列的预算都不足，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好，我想我们审计部，好，我们的主计处都在现场。我们的总处事实上身为我们中央政府的大账房，我们的大掌柜，结果我们竟然纵容这样子的情况继续存在，连续存在，这其实是我们不顾财政纪律啊。我们一再要求中央政府，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要谨守财政纪律，但是我们自己却不守财政纪律，这是不止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 上下交相贼的情况，我们的国家财政只有继续败坏。今天到这样子的就是说地步，事实上不晓得怎么样子去要求，我们就说在这里面这些钱都已经支用花出去了。我们是要移，我不晓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到底是要移送，监察院来做，就是说调查，来做就是说处理，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就是说手段跟方式？本席希望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好，其实我知道那个不只是我们卫福部的问题，好，你们解释辩护的非常勉强，这跟我们，特别是跟我们的主计处，我们在预算的框列。上面的话是有非常直接严重的相关了，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好，就说不要再发生，不要再产生了，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以身作则，严守财政纪律，才能够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院主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哈。本席想就这个第二预备金，好，想先询问一下这个国家资讯传播委员会的这个今天的是有，对不起，我看一下今天的名单。哦，副主委嘛，好，今天是副主委，来，可不可以请副主委先？好，副主委，请对上台一下。委员好，副主委你好哈。那是这样，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这个第二预备金这边部分哈，有在去年是提到，就是说为了要扩大这个消费支出哈，所以在这个
补助固网宽频升级实施计划，我们有针对补助2G 升速 4G 实施计划里面，就是做一个补助的部分，那每年都会动用到这个第二预备金的使用。那就我知道是说，事实上，这个业者在取得 4G 频道的时候，本来就有义务是要去做这个 2G 升级 4G 的这个补偿金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华电信的这个年报，他在103年年报里面就有提到，为因应 4G 行动上网时代之来临，我们同时持续鼓励 2G 客户升级至 3G、4G。103年成功升级的 2G 客户达900,000。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副主委，这个做这样子的这个补助到底它的用意是什么？报告委员，过去并没有动用预备金去补助电信业者，是这一次 2G 升 4G 是第一次。第一次，对不起，第一次，对。第二，为什么我们要透过政府的经费来让 2G 的使用者尽速迁移到 4G？ 因为 2G 已经是一个落伍的技术，然而如果只剩下少数的 2G 使用者，全台湾所有业者的 2G 基地台都不能够关闭，就浪费了 2G 的频谱在那边闲置，只服务很少数的人，所以在 2G 要结束了之后，那个频谱才可以拿来服务全台湾的消费者高速的上网，所以这个频谱使用效率方面，这是一个提升。是，那可是我不懂的是说，事实上业者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那为什么还要拿国家的钱再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到底是补贴消费者，还是要补贴业者？完全是补贴消费者，希望消费者有更多的这个诱因去升级离开 2G 的频谱，因为频谱的资源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这个 2G 的现在目前使用者所占用的频谱如果清空开来，那个 2G 的频谱的价值会大幅提升。了解。那可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依据电信普及服务管理办法里面就有提到，第一类电信事业市场主导者及有线电视业者要分摊电信事业普及服务基金，专责偏远地区的固定通信及上网服务。那根据电信法第20条，电信普及服务所生亏损及必要之管理费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电信事业依规定分摊并缴交至电信事业普及及服务基金。那依照这个法来讲，照理说也是法定是应该是由业者来处理。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取回 2G 这个频道，因为可能刚刚副主委提到说 2G 转换 4G 的速度不够快，我们要取得频谱，那你一定有别的方法去监督业者去做到最好，那没有必要要拿钱去补贴业者吧？这个钱完全不是补贴业者，那个业者不但没有拿到政府补贴的一毛钱，而且还加码希望那个促进这个 2G 的使用者加速升级到 4G。那个我们希望透过的政府的钱来加速，还有一个原因是照顾消费者。如果说 2G 的使用者到那个明年6月2G 到期的时候，那么政府如果下令把 2G 全部关闭，那几十万的消费者立刻就没有办法获得通讯服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之前能够很平顺的移转。好，了解。那我真的觉得，副主委你要就是秉着良心说这个政策到底对台湾有没有帮助。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新闻稿里面提到，毛院长有提到这个案子是采公司协力合作，借由政府补助企业加码，提高民众购物欲望，其能够发挥刺激内需的加成效果。毛院长提过这个是一个乘数效果，但是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数字。好，这个是我们办公室自己做的，就是根据 NCC 今年2月25日公告的行动通信业务客户统计数来显示，事实上由 2G 补贴升级至 4G 这个补贴政策已经失去它的刺激效果了，也非常的明显。那我想问副主委，你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这个补助的这个政策发挥了非常大的效果，
就统计到三个。副主委，你不要再说瞎话了。刚刚已经给你看到这个数据了，它的这个乘数效果已经在递减，这个政策工具已经失去效用了。那我再提醒你一次，最后一页，我再提醒你一次，就说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其实在法规或是业者，它本身就有在做，法规也是规定业者在做。身为 NCC 的立场，其实是尽责的去督促业者。能够快速的转移这个二 G 升到四 G 哈，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也请你们再次审慎的考虑，到底这个补助政策还有没有效果？因为我们台湾的财政真的很不好，是不是就到这样子？好，谢谢副主委。好，谢谢委员。我补充一下，那个电信普及服务基金只是管固网，没有管那个行动。好，了解，谢谢。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社家属？下一页，好，再下一页，好，那个副署长你好哈，那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就说我看到社家属哈这几年在针对这个，尤其是有关这个补助哈，这个尤其是生育率方面的，就是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跟父母未就业育儿津贴实施这部分，已经连续四年动用了第二预备金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哈，应该要鼓鼓掌是不是？我们台湾生育率已经非常棒的下叫了吗？是委员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育儿津贴是从101年开办，那101年刚好是龙年，那所以呢，龙年的这个出生人数有229000，是以目前这几年来讲是最高的人数。那因为呢，我们育儿津贴是发放是未满2岁，所以你一符合大概就会有2年零2年，那这样的一个累积。那103年跟104年呢，我们的人数出生人数呢都还在213000多，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是高的，所以才会需要说原来编列不足才要动二。是，那可是副署长你看一下我背后这个数据哈，事实上的确2012年龙年我们台湾出生率高了很多，可是就我们看这个所有。政府的这个总预算，就是尤其动用预备金去做奖励跟补助这部分哈，然后加上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也有发放什么生育津贴这些等等，其实统共加起来已经动用到全台湾的这个资金哈，财政到80亿了哈。那所以说，我想就这个部分，想就是请这个副署长真的回去认真考虑一下，就说到底我们还要不要老是把津贴补助这部分塞在第二预备金哈，还是详实的做好政策规划？因为这些补助发一次就没有了。我们希望是能够公共政策用的公共资源是能够有后续的影响，大家都可以受惠的。那事实上补助这个部分来刺激生育也没有效果，明显在于说我们这个政策是没有办法来这个增加促进生育率的。那也希望说副署长回去真的多考虑这部分。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外交部次长，请财政部次长，谢谢。请外交部跟财政部次长。两位副署长，你们今天早上看我的 FB 了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在我的 APP 上提到说，立法委员啊，本届的女性委员创新高，不过也只有38%，创新高只有38%，那占立法院所有的委员不到1/3强，那所以女人当自强，可是呢，女人再怎么样自强，在整个职场上还是弱势的。你看我们满朝的文武啊，今天来的满朝文武，越高阶的这个官员呐、啊。女性越少，所以女性不但在升迁上，在职场上非常的辛苦，有时候会受到歧视，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还会被性骚扰。那贵两部会呢，最近就有发生这些个案。那么我为什么会质询这个问题？因为性平法早就实施了，在每个部会里面都有设性平等委员会，而且是由副首长来兼召集人啊。那可是呢，你看看，虽然我们有法律实施，在每个部会也都设了性平会，
你们两个部会都还发生这种事情，这些女性的这些同仁不但申诉无效，还必须自己装录影机、照相机来自保，自行来搜证，反应无效。那经过，那他们很勇敢的挺身而出来检举。那经过性评会的这个调查以后呢，他们认为惩处不公，处理不服，所以呢，他们只好提告，提告才会曝光。所以女性同仁呐、啊，连在公家的环境都会面临这种情形，那更不要说在一般的民间的这个职场上。我想请问这两位首长，这两个案子你们是不是都调查过？为什么调查到女性的同仁会不服要去提告嘞？外交部次长，是、你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个男性的同仁呢、啊？鲍委员，这是104年9月，就去年9月啊，那个我们这驻美代表处有个女性同仁提告啊。那经过部里面这个调查，其实是请那个法务部廉政署协助调查，那确实是有这个言行不当的行为，所以就调部，就把男性同仁调部。然后经过考纪委员会的这个讨论之后啊，是申诫两次。那当然这个女性当事人这个同仁她不服了，所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女性同仁为什么不服？她这个是个人的认定了，她认为不只是这个行为不当，所以她就提告。那这个我们也尊重。她觉得两次申诫太小了，对不对？我们尊重她的。两次申诫不痛不痒啊，能怎么样？连小过都没有。没有，所以她就在提告。那提告之后呢，行政法院是判决她胜诉。啊，这个部里面当然，因为他这个经过评议会啊，是九位这个委员组成的，其中有三位是外面的这个专业律师啊，所以他们是合议制的。那这个评议会是认为他是行为不当，所以是没有，就是不成立他的那个胜诉。那胜诉呢？胜诉以后呢？胜诉以后，现在是部里面，因为根据这个评议会的决议啊，所以我们是提起到最高行政法院去上诉了。那当然这个在诉啊，这个。所以你们性评会还在上诉啊？法院裁了说这个女性同仁胜诉，结果你性评会还去上诉，说你们裁的两支申诫是合理的，这样子妥当吗？表示这个性评会没有发生功能嘛，所以造成当事人不服，当事人必须冒着他的隐私被揭发，他本身被公平的情况之下，很尴尬的情况之下去告，哎，才能维护自己权益，结果。法院已经排这位女性同仁胜诉，你们性评会去上诉，这是什么性评会啊？这个我个人当然是认为这个案子是应该尊重女性了哈。所以这位同仁现在是两支申诫，对不对？你们性评会还代表这位男士在那边申诉，跟司法对抗，跟这位女性同仁对抗。那个，因为这个案子是经过两个机制嘛，一个就是评议会嘛，哈，另外一个就是考纪会，那这个都是合议制，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也尊重这两个合议制他们的意见了，哈。那目前当然是在司法程序中，所以我们也，你们这性评会的同仁是不是任由谁决定啊？这个性评会，我觉得你们的外交部性评会本身就应该被调查，而且啊，首长应该连坐。为什么连在公家机关，外交部、财政部是何等部会，你们自己高阶的文官都去性骚扰同仁，而且还让人家迫使要去提告，真是丢脸丢大了。结果你们都轻描淡写。这是少数案例了，不是多去了。很严重啊，就是你们这种态度，少数案例不要紧，所以我们女性的同仁。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因为他必须要为了他的工作，只好忍辱负重。财政部的同仁一直到长官调走以后，他才敢告，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在考绩上、在工作上被打压。那财政部怎么处理呢？为我们对于这个案子非常的关切，而且也表达遗憾。那首先，我们对这位我们同仁的女性同仁，一定保护她的权益啊。那整个调查的状况目前都还在这个程序当中。那对这个案子，我这个事情发生这么久了，你们调查一两年了，不是吗？
是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初步，所以第一个你们的性平会，你看外交部的性平会没有发生功能，还这个女性法院判女先生，你们还去上诉，我不晓得你们，我今天就问了以后才知道你们去上诉，真是荒谬。你们不但没有好好的处分这个男性的员工，你们还去上诉，你们是上诉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你们替这个，那你们呢，你们财政部是调查太久，搞了一两年都没有办法搞定，然后还让他去升官，还让他去加薪，一个月一二十万去当这个金服政府国营事业的总经理，结果越性骚扰的人官越升越大，薪水越多，这是什么样的性平会呢？所以我建议啊，我真的建议，今天因为人事总处没有来，我建议以后各部会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啊，首长要连带处分，因为首长没有办法确保我们女性的职场安全。我另外请教，今天来了很多副首长，你的部会还有这种在性平申诉的举手，都没有吗？今天这个问题哈，我要透过质询再次强调，我们之所以在每个部会都设性平会，表示台湾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所以我们不但通过法律，我们还要求各部会来设置，可是设了以后形同虚设，完全没有办法保障女性同仁她们本身工作的安全。我们刚才透过询答你就可以知道，有的呢不宽痛痒，轻描淡写，不但不帮助女性同仁来处理这个案件，还去上诉，法院判赢的还上诉。有的呢拖了一两年，结果呢被骚扰人家的人官越升越大，薪水越领越多，凸显了这个性平会啊形同虚设，那也凸显了我们的政府自己不重视。那所以我觉得希望透过询答，我们各部会真的要好好审思，我们妇女节才刚过没多久，我们女性的同仁本身我们的工作权生存权，我们需要好好的被重视。谢谢。谢谢委员。好，接着请徐国勇委员。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一下主计长好吧。徐委员好。哎，主计长，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如果我们的行政机关补助学生奖学金，补助学生硕士博士论文的这些奖学金，各式各类的奖学金，请问你会不会在主计处把它列为机密说，哦，这个不算我们猜，会不会这样？机密不。学校啊，我们一般大学哦，这些学生不是廖北奥，不是职业学生哦，不是业舞台哦。啊，如果在业舞台可能说有问题哦，不是业舞台哦，一般的学生，请问你会把它列为机密？会不会？但一般不会，我不知道是什么案情。哦，啊，我请教一下法务部好了啦。市长，哎，你办点个奖学金嘛，吼，办了吼，啊，会不会列为机密？没有。您奖学金觉得说，嚯，哦，是业舞台之类的职业学生，所以不敢跟人家讲，会不会？不会。不会了吼。哎，法务部说不会，外交部来，外交部有没有人来？有吧？我记得有看到外交部人哈。侯次长。啊，侯次长。哦，啊，麦克风这边好不好？哦，没得讲话大家没听到。好，委员好。外交部也常常补助人家一些经费啦，哦，譬如说国外学者回到台湾参加研习会，台湾的学者去参加国际法学会等等，这些
不止国际法协会，好，包括气象啊什么等等。请问你会不会把它列为说这些补助是机密，所以不能用在？他开的会是一般的会哦，不是什么国防机密会议什么，不是哦，一般的会议，你会不会把它列为机密，不准人家讲？这个是公开预算，公开预算嘛，对不对？是。主计长，其实因为我发现今天侨委会没有人来啦，哦，没有提到侨委会，那我今天要特别凸显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虽然跟你们都无关，我是借你们三个人的嘴巴，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府机关随随便便把这些机密，不知道把怎么列的、怎么核定的，补助我们国内一般大学的学生的奖学金、硕博士论文都把它列为机密，然后呢，给我这么一本厚厚的，我不知道其他委员有没有看到，我是越看越火。为什么要列为机密？这侨委会的外交部比侨委会重要吧？都不会把它列为机密，侨委会把它列为一大堆机密。我是借着你们的嘴巴，要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所以，从宪兵的这一些违法搜索案，你看到多少欧北列机密的问题是这样子。好，好，那个两位市长请回。那主机长，主机长，第二预备金的动用，从审计部审计长的审计报告里面发现。有好多部会每年相同的理由动用相同的第二预备金，如果是今年有明年有啊，不拜托给明年你就编正常预算嘛，你为什么老是在动用第二预备金呢？有没有这回事？审计长都已经在今天的报告都有提出来啦，你应该有看吧，你不会不看审计长的报告吧？是啊，这样子审计长都已经把你们的缺失列出来了，那你们为什么预算是这样编呢？为什么是这样动用呢？为什么不指导他们说，编预算要小心，好好编呢？为什么这样子呢？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当筹编预算是年度开始前，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嘛，哈，差一年。有一段时间，可是，520都要换政府啦，你们这几年都是这样编啊，表示腐烂嘛。不就是估计？表示你们在编的估计里面腐烂嘛？你主计处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嘛？是估计的结果，就是说跟后来实际执行是有落差，所以才动之第二倍金、啊。就是有落差，第一年知道，啊，第二年知道，啊，不你第三年嘛，还要个编正常预算啊，什么老是在动用第二倍金？是因为第二倍金比较好用，然后呢，立法委员监督不到，因为预备金编给你了，不知道你要用到哪里。等到我们现在来回头看的时候，你用掉了，啊，我嘛无你的法度，还用呢，那怎么办？啊，说他违法移送监察院弹劾吗？啊，你们会不会想把他移送监察院弹劾？说啊，为什么每年都这样？移送一个弹劾的话，阿拜的伯朗刚刚那种嘛，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嘞？我的建议应该没有错吧？编预算的时候是根据当时的状况来估了啊。那当委员讲的就是说，是啊，当时的状况怎么会每年都当时状况，每年都没想到啊？如果每年都没想到，每年都在用第二预备金。啊，这个官嘛，这种官员嘛，伤寒嘛。你主计处下面所辖各个部位的这些主计人员嘛，伤寒嘛，也太离谱了吧？这么没有 sense， 这么没有 sense 就记过啊，然后再来没 sense 就移送弹劾啊。你如果移送一个两个以后，就不会有审计部在跟你们的里面提到。你看看，好，最后一页哦，我念给你听。出入国籍移民署。农业委员会、社会及家庭署等三个机关，年年以同一事由动之第二预备金等情事，经函请行政院主计总处督促相关机关研磨改进，年年哦，好几年哦，啊，你们都没改进吗？第一年没改进，等你没改进，你继续让他这样子用，继续不指导他编，这算不算你们的失职？如果是他要这样编，审计长，啊不，主计长，靠架子哎，就把他移送监察院弹劾，或者是根据你的职权给他记个过，阿伯也没人这样啊。我觉得这个编起来是很离谱的、啊，跟侨委会一样啊。侨委会当然了、啊，他这个不是第二预备金，哪有一些补助全部给我列机密啊？我以为说这个多重要，一页一页的翻啊，越翻火越大。规本拢是补助啦，他补助学生奖学金啦、啊，补助什么学术研讨会的机票啦、啊，像这样子的。难道你们都没有在注意吗？这样子也列为机密吗？类似这样子的，移送一两个嘛，主计长，我讲有道理无？
现在在你不能老是当好好先生嘛，啊，不是好好小姐嘛。现在在筹编下年度预算，我们同仁会在跟会同有关机关进一步的检讨。移送一个两个啦，虽然政党要轮替了啦，你移送一个两个，也给下一任的政府也给他一些警惕嘛，不能这样乱搞嘛。你这样子等于说是在意图躲避立法院的监督嘛。而我的看法就是这么简单嘛。等于是你把这一笔要用的钱每年都隐藏在第二预备金里面嘛。这样有道理吗？立法院审议。是审议没错，我们审议是给你第二预备金是紧急用的啊。来不及思考到的才是第二预备金，突然间来的意外的啊。不及思考到正常预算以外的东西才是第二预备金嘛。所以今天在审这些第二预备金里面，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哎。刚刚念出来就一堆，还有啊，审计长里面其实还更多啦。啊，我看他很客气啦。总共只有三页四页，轻轻的跟你们拍一下。事实上，就要打脸你们的话，可以打脸很多哎。所以啊，你看看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动支第二预备金。哦，什么给中小信保基金捐助10亿啊，等等啊，这些，他觉得这个都有问题耶，执行率都偏低耶。执行率偏低，你都不要用那么多钱，不要申请那么多钱，你不要分配给他那么多钱嘛，给他那么多钱，就执行率只有64.81%，这个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第二预备金，要把整体的问题凸显出来。这主计总处要处理的，主计长送一两个，找那个比较严重的一两个送过去，阿拜的我人家呢，杀鸡儆猴一下了，好不好？我们会会同各机关用你的职权啊，你有三方保健有职权要用啊，哦，好，这是以上给大家第二预备金动用的意见哈，哦，谢谢。谢谢。财政部跟外交部，请你们把信评委员会的名单送交本席，送交主席台，谢谢。接下来请，我们在请李应元委员质询之前呢，我们先宣告一下，待会儿林德福委员质询完之后呢，我们要休息10分钟啊，让询答的双方啊，上个洗手间一下。接下来请李应元委员质询，谢谢。啊，谢谢主席。本院同仁，我们行政各部会的先进，主席，我不是先请我们主计长，还有审计部审计长好像请假了是吧？是副审计长。副审计长来，谢谢。副审计长。啊，李委员好。好。早哈，两位。啊，主计长和审计长哈。我接续的徐国勇委员，我想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因为审计部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啊，特别提到了哈，我希望副审计长这边，啊，能够把部门的意见啊，再强调一下哦，比如说几个单位连续几年的执行率都少于40%的哈，然后几个单位是连续几年都申请这样的一个经费的，按照预算法，下一张。这按照预算法的第70条这样的相关的规定，在审计部的报告的第一段第一大段也是引述了这个审计这个预算法的第70条这样的一个法源的依据，所以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审查报告。所以那个副审计长这个部分，我就继续接续这个徐国勇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质询哈，就这个制度面的缺失啊，你要不要补充一下？是委员好。关于就是我们有提到说第二预备金，你那个麦克风就较我做安尼较听较有吼，较大声就算。好，是委员好。有关于就是刚才委员有提到说第二预备金，我们有按照预算法第70条有它的一些动支的条件。不过刚才前面有王委员也都提到说，有关这个像不有一些机关他连续用3年用同样的理由来动支，那可能就是说他在预算的编列的或者在执行上面是。可能没有，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改善。那另外我们也有提到说，有些等一下好不好？我想给部会有机会回应，好不好？是那个卫福部是不是那个主任主秘是吧？石主秘是吧？啊，还有社会及家庭署好像被点名了好几次。
好，好，是陈副署长，是吧？好，那个就这个部分，那个石主秘要不要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育儿津贴跟出生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补助在两岁以下的这个育儿津贴跟托育，所以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所谓连续几年都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他是不是如果说已经变成经常性的业务，为什么不编在经常性的预算、经常本的预算，而必须要用第二预备金？是一样的业务没有办法预估，因为现在孩子就越来越少，你讲囡仔突然间生足多啊，没有办法预估啊，所以是原列的业务突然间增加的数量，那么我们符合第二项，我没有话讲。但显然不是这样，我觉得审计部既然提出，审计部不容易，部门之间呢、啊。要讲党为金派啦，哪个讲出来就足严重的啦。我讲坦白吼，所以审计部咧讲较客观，我咧讲无两个主观，所以我挑工要请副审计长，就是大声的恁变个要死走出来，这是国家的制度，爱恁审计部独立审计啊。该当唔对的时候，恁都爱大声讲啊。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改善啊。那所以那个主秘啊，你就这个部分。既然有两项主要的都和卫福部有关系的，一个是预算执行的40%，一个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连续几年，这个事件未来是不是可以检讨？关于育儿的部分呢，我们有这几年的基础，应该我们现在逐年在增加编列那个预算，但是还是有点不足，不过差额越来越少了。就是、這個、那为什么既然连续几次，为什么没有办法说服部长，然后部长说服行政院来自主计处？就这个，既然每年都在编动用第二预备金，就代表他是非做不可了。按了非做不可，我想主计长是不是你否决了他这一笔预算？主计长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是差额的部分，就是这个预算我们有编，但是不够，到时候执行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差额。我106年我们会把它我知道嘛，就像之前的这个叫做居家照顾，也连续好几次居家照顾。都用第二预备金，啊，居家照顾、长期照顾是这个社会目前重要的事项。大概有增加一下，一个月才赚2-3万块。诶，居家服务员欠薪水欠要半当，有的是地方政府挪资的，哦，啊，所以你即摆当然都卖过用第二预备金，居然已经改善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是想请主席长，主席长类似这样的东西，不要说，既然是每年都在发生的事情，不要重复这样的事件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不，如果一定要做的，是不是在常年预算可以给他编？是，那个现在在筹编下年度预算，我们会会同相关的机关来检讨。好，谢谢哈、哦。那个对不起，那个主秘先留着这边了哈、哦，等一下其他的同仁先回去，没关系。好、哦，谢谢。那个呀，那个副审议长，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除了这，你认为相关的部门应该改善的，你个公几行有哪一项是全面性的、制度性的差？有这样的错误的。我们过去几年审第二预备金，大概有发现的一些缺失，除了刚才就是以连续的事由来申请动二以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申请完了以后呢，执行率不是很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提出意见给行政院总处这边。那总处的部分呢，他也提出改善措施，就是从以往一申请就拨款，改成说先获得申请动二的时候，先获得行政院动支，然后接下来再按照各部会提出的需求再拨款。谢谢，好，了解。希望这个就是继续的落实这件事情哈。那副主席长，你先回座哈。主席长，对不起，你还继续了哈。谢谢哈。那个下一张哈。主席长哈，那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分是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哈。就这个部分。节能产品这件事情，在这几项事件里面、啊、符合哪一项？第三款。第三款是？它第三款是指哪一个部分？正是临时需要，就是说，因为为了提振景气，那么行政院后来提出是经济非常的差措施，是景气，所以才这样做，是不是？是。在经济差，就我们主计处连续几年。GDP 的成长率都不断的调降，就这件事情来讲，它有是临时的吗？这个景气的不好会是临时吗？哦，那个我们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受国际的景气影响很大，所以国际景气波动大的时候，那个预测跟实际会有比较大落差。我当然知道大，
因为其实这两年你每次都被立红乡熊这些东西 GDP 的调降，不断的调降，一直在调降。如果连续这几年加上最近几年，包括现在进口出口也连续衰退这么多季了，就这个经济的不好是可预见的了。我们要强调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它在其他的譬如说扩大内需的部分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不是只有这一项。在这个时候做弄红干嘛跟酸叶利多的那个考量比较多了。好，那个主席长在做，是主席长，谢谢哈。是，再下一张。好，我想就再下一张，没有时间，这一次跳过了哈。好，那个主秘哈，当然如果时间你可以补充了哈。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多少是用在人员，多少用在医材，多少是用在医院。我们医院的部分是没有的，都是在医护人员，主要是在医师啊，还有其他医师人员跟护理人员的这个加班费，还有一些辛劳津贴。那医材的部分呢，是主要是在施皮的部分是8000万，那全部的部分没有，所以总共是多少？5亿多，五亿多里面，那所以就是说有4亿多，将近5亿。四亿多是给医师人员的辛劳津贴，对对对，好，所以各医师人员的分配，像说这个护理师啊，一天是多少钱？而且是专科护理师，一个小时250块钱，是不是？对，一天每赛超过2000了。一班，用几班？一班每赛超过2000，一班几点钟？大小八点钟，对嘛？是赶快八点钟，大小夜班，小夜班、大夜班没有特别再补充吗？没有特别补充吗？对，因为东车席甚至需要说，某个需要说透过医师的津贴来挪一部分给护理人员，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我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是对护理人员是不公平的、啊。是，对不对？对。当然，以前我是进行沟通，我是说，但那个阶段因人方面哦。实在是拢真辛苦了哈，当然就主要医师人员，拢咧救驾的人也是真无简单，日夜加班呐，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有部分的甚至需要由这个部分再转给护理人员，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啊、可能值得检讨，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主席长，谢谢。请洪慈庸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主席，各部委首长，副首长，还有各列席官员，以及我们各位同仁，首先是不是请那个吴当杰，我们财政部的吴次长，还有外交部的侯次长哈，也一并上来哈，谢谢。叶委长，那个吴次长，我请教你哈，你还是这个身份有。兼任土银的董事长吧，是。那我请教你哦，华南银行，这个房贷的这些诈骗事务以后，这些事诈骗案以后，那整个土银它的你们这个未来在整个房贷部分的贷换啊，是不是有做一些调整？从这个个案之后呢，我们土银这边是有全面再去清查。以及相关的一些流程再去强化，再去检测所有的 SOP 内部控制。所以说你内控就是要求的更严谨。对，内部的审查征信跟审查作业要更严谨。那你们对于，因为我有看到媒体报章在披露这个土壤异化这些地区啊，那你们未来是怎么做？土银的部分哦。目前我们是不去调整层数，也不去调整利率。我们这里面大概区分就是，我们认为在建筑融资的部分呢，从911的地震之后，整个相关的法令规章已经非常的完备，所以在建筑融资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至于说这个个案的房贷的部分，如果是属于911之后的房子，那也认为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如果是属于911之前的房子的部分呢，目前我们也不会去动它的层数跟利率，会来看这个市场的一个机制。因为哦，整个土壤异化以后，我看到很多银行，尤其对这些房贷的这些层数是这个有一些把它等于是调低哦，甚至于这个
等于是说这部分呢、啊，我认为，这个当然银行的角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是我认为说其实这些也是非常无辜啊，哦，是，那政府当然要应该要去协助他们，做一些协助的机制。我认为这是才是最重要的。对对，所以土银在房贷的比重是市占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表达我们不会去动任何的条件。那政府的相关的配套，土地银行是国营银行，一定全面来配合。好，那你请回，好，谢谢，谢谢。来，我继续请侯次长，侯次长，委员好。那个为了见证我国太平岛，是岛非礁，是确实能维持人类居住于经济生活的这个岛屿啊，那本周是我已经规划好邀请，这个我们有一些媒体啊去登岛，啊，这个还有一些委员去登岛，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有，但是确定有哈？确定有。那这个外交部是不是有邀请一些新科的委员等等啊，直接去了解去看，有没有？这个我们是分阶段是那个来做了哈，那这个礼拜是邀请国际主要媒体，包括 CNN 啊，这个德通社、法新社哈，这个各重要的就是国际的重要媒体，对哦，那会带一些等于是国内外这些媒体去搭运输机登岛哦，那这个当然主要啊、哦，那有没有委员参加？这一次没有。没有是23或24号嘛，是不是？对。哦，我认为哈、哦，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反对支持。为什么？因为让国际啊、这个、尤其周边这些国家了解到说，这个我们是太平岛是一个岛，可以人类居住的地方，让媒体啊，国际媒体多披露哦。那我们不是一个礁岩哦。我当然站在外交部立场，我认为这个应该要。这个直接的去直接去就是让国际的这些周边国家甚至于国际人士都了解。是是是这位、哦、是。好，那你请回，我再请那个消防署啊，时间暂控一下好不好？消防署江务署长。委员好。我想上周在日本广岛发生高速公路啊隧道火烧车的事件，那两个钟头以后才扑灭火苗。以我国雪山隧道为例，若发生这个火灾事故，那由平林消防分队负责救援。那据本席所了解，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设有公路以及隧道灾害防救这些训练场。那请问这个副署长，这个平时有没有收集主要国家这些隧道灾害抢救的这些案例？委员好，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国内的长隧道啊，蛮多的啦哈。那地方消防局，包括雪山隧道，或者是八卦山隧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地点，我们平常就要求地方的消防局要做定期的演习跟演练。那以雪山隧道来讲，洞口两端分别有新北跟宜兰的消防分队在洞口，那万一发生状况，可以第一时间来支援抢救。那雪隧的话，它另外有编组了48个人的自卫消防队，那这些人啊，可能有依照轮班哈，随时在洞口两端跟中间啊，他们有派驻人员。一旦有状况，可以马上处理。所以说，针对隧道灾害抢救训练，我想广岛案例，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地方？谢谢委员指导。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多收集一些资料。那消防署的训练中心每一年都会办隧道抢救的训练。那训练的对象除了地方消防局之外，还包括我们雪隧或者是八卦山隧道的自卫消防队。那每一年都有定期在举办。好，我希望说这方面要加强哈。好，你请回来，时间定一下好不好？我请那个卫福部的石祖密，还有疾管局的庄户组长。林委员好。祖密，我请教你啊，去年登革热大流行，今年初
流感，现在有许多专家警告，可能紧接着是肠病毒流行。那目前，流感有疫苗，肠病毒，这个疫苗国内业者正在临床实验中，好，那要到2018年才能够上市。那美国也正在研发，这个登革热的疫苗，也预计到2018年才能够广泛的来应用。那请问卫福部官员，政府在行政程序上有没有办法协助这些业者加速开发，包括肠病毒啊这些疫苗，及早让小朋友能够获得这些免疫力，哈、哦，那减少发生肠病毒这些重症的案例。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肠病毒按照过去的统计，大概4年会有个大流行啊，所以今年会碰到这个4年的这个循环。那么我们现在肠病毒的疫苗研发主要是由国卫院在协助，所以说、哦、要未雨绸缪啊。我认为说站在卫福部立场，你们在这方面应该要、哦、这个要去就是如何去防范，如何去杜绝、哦、那这个你晓不晓得那个石祖密啊，你晓不晓得国内十大死因排名第一名的是哪种疾病？癌症齁、哦、没有错。那连续33年哦，蝉联榜首。那接下来我询问哦，这个癌症防治法第16条的规定，国家应宽列人力与经费，以确保有效推动癌症防治工作。那曾有本院委员向卫福部建议，应成立癌症防治基金，以力推动各项癌症防治的工作。那当时卫福部的答复是说，已有因为防治这个烟害防治以及卫生保健基金以及癌症防治业务，这个没有新增裁员，确保新设基金的这个经费无余啊，哦，那等等，不建议另设这个防癌基金。那请问卫福部，您的看法是不是有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在这个烟捐里头呢，已经调整那个比例，特别是增加这个癌症防治的经费。所以说在烟圈里面已经有弄。是。因为近年来哦，这个包括登革热啦、流感啦、肠病毒以及防疫议题等接续发生，那社会上也高度的关注。那是我要成立这个防疫基金哦，这个我想又浮现。所以说，这个我认为说，既然是国内十大死因啊，这个第一个是癌症，所以说癌症基金我认为非常重要啊，如何去杜绝，如何去防患，哦，我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啊，哦，那这个，我想因为时间到了哈，我下次再另外再提问，哦，这个我认为这个癌症这十大死因之首哈，应该要怎么去把它这个让它这个作为未来啊就是这有一些基金挹注以后，能够让他杜绝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哦，谢谢。好，谢谢委员。各位委员、各位首长，我们现在开会已经2个小时了，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让大家休息跟洗个手一下，谢谢。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大家尽速回座，并且保持会场秩序，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列席各位、首长、副首长、各位长官，齁，是不是在请石主席长，还有林审计长？石主席长、林审计长。审计长，兼副审计长。副审计长。黄委员好。主席长你好，齁，这个去年齁，这个104年二倍金动用的69亿。其中最多的当然就是这个刺激消费方案，28亿。那今年度这个刺激消费方案28亿花完了还不够，好，哦，那今年度又动用了多少？二倍金？今年没有，今年没有动用。是。哎，之前立法院才通过，还是你们有增加多少？还是原先框列21，后来就增加8亿是吧？还是怎样？没有。之前今年没有。就是动支104年的第二预备金支应，对，然后总共后来不是又在追加了吗？哦，追加也是在你是说原来动支多少，后来追加多少？现在就是是日前哈，两个礼拜前在立法院刚开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提出来，我还请问您说已经是不是已经花掉了？他说是，您告诉我是，好，哦，啊，那个部分大致的金额是多少你知道吗？没有，现在就整个总体的28亿就对了，还是总体36亿？不是，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动支第二预备金一共有31亿5000多万，就是，作为刺激消费方案。对对，一共有31亿多。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您觉得主计处将来还需要严格控管二倍金的动支吗？在您任内或者以去年为例，您大概处理掉了多少二倍金，或者否决掉多少二倍金的动用？有没有数字？感觉起来二倍金的动用的标准是如此的宽松，哦，许多不符合紧急的，许多事实上只是而且是年度的应该本来就应该做的，哦，而且只是过去部会在框列预算，在这个编列预算的时候，本身，哦，过于宽松，而且是根本就没想到说，后来业务会有这么多，那马上就用二倍金的动支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说，因为延续性的这个预算啊，因为后来不够用，额度不够用，所以再只好再动用二倍金。我觉得你当初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就应该这个要编列比较足够一点，而是说有一些项目基本上让人家觉得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性景气消费，刺激消费的部分是一项当然是新增的项目，可是，哦，它的这个必要性是被质疑的。另外是原先的项目，可是它编列额度不够，然后它需要再做，所以又动用二倍金这一类的。这两种情形坦白讲让老百姓一般觉得说二倍金是所谓的救命钱，可是现在动支的项目林林总总列下来，跟距离当初民众的感觉二倍金这种救命钱的概念是有很大的区别。或者是你应该告诉 你是想告诉民众说二倍金根本就不是救命钱的概念，基本上只是花不够再拿来花的概念而已。二倍金的动支就预算法70条是有3款，所以我们每一笔都会逐项审核，那么各机关抱怨的数字跟最后核定的数字，事实上我们这5年来看平均大概减了58%，哦，那事实上每一笔都会来详加审核的。我知道你说你会审核了，但是一般来讲审核的标准，哦，您觉得说您已经这个已经薄掉了58%的二倍金申请，是不是这样子？近5年平均，哦，平均58%。可是问题是即便过了42%，大家也是蛮有意见的。那另外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哦，这个去年大家都很关心什么一个事件，就迁水管的事件是吧，哦，就是很多地区迁含迁的水管，哦，汰换的这个速度不够快，
那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政府，他们要加速更换的期程，中央也说要加速更换的期程，结果在二倍金的动资上没有看到，这个项目是有在做吗？我想各机关，因为我们不，我讲说迁水管的部分，经济部有没有？卓次长，是迁水管的部分有在做吗？为什么在二倍金的动用的项目里面没有这个部分？各机关原有相关预算可以执行，就不需要再动二。可是问题是，之前大家都说不够嘛，不够嘛，而且进度慢嘛，所以才需要拟具这个新的。而且那时候当初毛院长也说要加速的这个汰换嘛，结果就没有啊，对，他是用我们同仁了解，就是说是用原来的预算在执行的。那所以说毛院长所说的加速加快增加那是糊弄一场哦，还是说也不是经济部本身的效率够，即便 原先是用这样的效率，即便没有加速加快或增大规模，跟后来院长才是要加速加快要增大规模，就用的钱都一样。这个就其实我觉得其实没关系，经济部再慢慢找资料，找到会后资料再给我没关系。但是我的想就是说，像这一类的民众关心的，反而在整个二倍金的动资的这过程里面没有看到。然后呢，以今年来讲，当初这个今年的流感这个病毒的疫苗啊，流感疫苗的这个采购，现在又要扩大到这个要追加到要增加几百万剂啊，600万剂还是几百万剂？要增加好几亿，那这个部分老百姓关心的，所以你动资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候说碰到我们这个项目，刚刚许许多委员十几位委员，大家有的指出这个，有的指出那个，都觉得你这二倍金的动用。我觉得其实如果您觉得总结您这些年，您担任主计长多久了？8年。是。这8年来这个。二倍金的动用，您觉得在法规上有怎么样修正的必要，而不是说一般部会只询说，我需要，那而且符合二倍金动用的三个条件，我就想来要二倍金。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东西在修法上，如果能够变得更严谨，就让你们不需要背那么大的责任，还要去挡掉那58%。您觉得呢？应该要怎么修？就说。各机关依法申请动资，事实上我们这几年也都是详加审核了。我想各机关因为筹编预算是比较早，跟实际执行是有落差，所以业务推动上是有这个需要，所以目前预算法的规定是可以因应的。你觉得现在法规够了，那就要看主计长新，就是您或是新的主任或您的继任者，将来对于这个二倍金的这个审核可能挡掉多少了。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许多人的色彩在里面。我请卫福部跟机关署。副审议长请回座。简单请问好，今年大家摆在眼前的看到了，不管是年初的这个流感，接下来的主席长你请回座了，接下来的这个肠病毒，或是可能马上5月，尤其最近的温度的居高不下，今年可能发生了登革热，原先编列的预算够吗？跟委员报告，有关于这个流感疫苗是要追加了，确定要追加了，然后呢，接下来呢？那肠病毒的部分，最主要还是在准备的部分呐，系统的，因为大部分没有什么疫苗，还是在治疗的部分，那健保部分是可以来 cover。还有环境卫生啊。还有环保署，你们要跟他配合啦。防疫人员、防疫人力的增加，这类的卫教的这个需要啊。对，那比较大的还是在登革热的部分。那么今年还是会在编动用2倍3亿多这样。疫情严峻哦。是。那肠病毒呢？肠病毒就是刚刚提到的，它的经费就是只有它的数字病例数有比去年来讲有翻。是翻几番？我来说明一下。每一年其实肠病毒的个案，如果不是疫情，您刚刚提到4年的高峰嘛？那是指重症的部分。对，那重症的部分大概可能轻症，我想全民也大概不会太在意，可能在50-60例以上左右。嘿，那是嘿是，所以那可能也会有少数几位死亡。那死亡大概是我们最 care 的部分。那登革热？登革热部分，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年就是针对东二部分会有3亿左右，那也会在设置文媒传染病研究所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块这个经费大概编今年会有2亿，那目前已经在积极的在设置当中。OK， 好，谢谢主秘，谢谢副组长。谢谢委员。请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质询。有请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那个主计长还有交通部的曾次长。内政部的次长邱次长主计长郑委员好你好哈，这个我看了今天这个动支第二预备金的这些项目哈，这里面也有很多好几件了哈，是涉及到办公厅设啊，办公厅设，比如说外交部啊或者是这个法务部啊一些办公厅设包括他们所属的了哈，所以这个动支当然预算法的这个规定呢有3款可以动支预备金的，事实上是蛮宽松的了当然也是给这个行政部门因应这个临时的需要了临时的需要，这个我要再次拜托主计长屏东位于屏东马家乡的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破破烂烂这个他一年的预算只有1亿，都是人事费还有基本运作的维持费了，所以没有办法因应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案子送到这个你主计总处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支持请会坐。好好不那个次长这个郑委员好，你是花莲人嘛是花莲人这个昨天这个中央社报道这个有关花东快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的一个报道，当然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消息就先出来了这个报道特别提到说因为苏花改，然后苏花改的车流量事实上不会想象的那么多，所以也不会想象的那么多从苏花改然后到花莲台东，所以他认为效益很低这样的一个报道。站在花莲人或台东人来看这个报道，这个非常非常的认为不恰当，而且这个评估的方向完全错误。第一个，他是从苏花改来看，那表示是什么？就是从西部的车流量到花莲到台东，这个是从西部的眼光来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从观光观光的来看，而且这个观光的角度也是从西部苏花改的通车然后车流量不会很多这样的角度是完全错误的。作为台东花莲是从花东这么长的这么长的一个路程，我们就讲这个医疗好了，医疗我们从医疗的来看，花莲有慈济医院有比较好的医疗资源，当然跟西部比也不如但是至少跟花莲的光复、瑞穗、义理、富里，一直到台东的慈善一直到往南到台东市、到太麻里、到大武而言，包括这个东海岸
这个花东快速道路的一个必要性，在医疗运送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从这个产业的运送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是从观光来看，他刚刚讲是从苏花改，他没有注意到很多的观光客，也是从这个南回，对不对？南回或者台东这样过来，往北到花莲，所以他这个部分呢，就观光而言，现在讲求的是自由行，才能真正带动部落的经济或是社区的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那种整团整团的都在市区而已了，所以从这个观光，一日游或是漫游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如果从行政公务，像我们这个高等高分院呢，台东没有高分院呢，都要到这个花莲，所以这个部分各方面，所以这个部分请这个次长这个案子能够请公路总局再审慎的去把这些包括其他的委员所考量的，花莲人所台东人所考量的部分，一并再审慎的去纳入评估，而不是只有所谓的经济效益和各方面的效益来去考量，好不好？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是公路总局目前在做可行评估，目前交通部还没有收到任何他们的报告。对，我说如果他送上去的话，我想委员的意见也代表一部分地方上大多数的意见，我们会纳入整体考量，再一并来做处理。好，请回座。那邱市长，是，这个也许不是你的业务哈，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土地法第14条明定有好几款。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土地不得私有，这是土地法第14条，譬如说海岸一定限度内的土地不得私有，或者是在水道的土地不得私有，他写的不是很明确，譬如说海岸一定限度内到底是距离海岸1公里还是2公里还是500公尺它是1000公尺，法律土地法没有明定，但是呢，现在内政部这长年以来，何况最近在去年又开了会，透过行政规则、行政程序法，你很清楚啊，行政程序法、行政规则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一个规定怎么能够去约束一般的人民的财产，这非常重要。何况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同样是海岸线，这里不得私有，另外又非常靠近，非常靠近海岸的又有私有，非常不公平。而且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必须这种限制人民权利义务的，最起码要用法律。法律是定了没有错，但是不明确啊。一定限度是多少没有写，所以你要透过法规命令才能限制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个是行政程序法所明定。所以你回去跟这个地政司相关的部门要重新去考量这个事情。这个部分这个车长因为这不是你主管的吧，对不对？是，所以你回去要跟这个负责主管的次长还有这个司长要提这个事情。何况那个水道它其实有规定，水利法有规定，水利法83条有规定寻常洪水位不得私有，83条，结果你们现在用什么呢？用70几条的河川区域线，不一样河川区域线非常宽是83条才是不得私有，不能放宽到这个河川区域线那个部分呢，这个是违反相关行政程序法，应该透过法规命令，而不是用这个行政规则，行政规则来去限制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个部分就请这个次长。谢谢委员指教，委员长期关心这个案子后续的状况，我会跟地政司那边了解，来跟委员这边做呈报。好，谢谢。
请罗明才委员质询。主席、各委员、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司主机长？罗委员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预备金的动用哈，都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哈。大概这十年内啊，有时候我们看看的预算并不是很大，有时候金额会很大，哦。你大概有没有看一下，就这几年的这个预备金的这个动用啊，有没有完全符合我们规定里面啊，应该匀之而匀之，或者是有时候没有钱就到处拿这个钱来使用的？那第二备金的动支哦，我们每一笔都会详加审核，必须符合预算法七十条各款的规定，而且要在那个原有相关预算啊确实不够的时候，才能够报请动支第二预备金。去年是多少？动支？去年就是104，大概度70亿。对，69.77亿，将近70亿。前年呢？前年动支了七十。70.72亿。你可前五年呐，你大概讲一下好了。102是动支74亿余元，那101是57亿余元，100年度是79亿余元。对，那你说第二预备金应该是哈有备无患呐、啊，是，不是为了因为预算在那边，然后就把它想强烈把它消化掉？有没有说？以前呢、因为比如说外交啊，有时候这个有需要的时候，就从这里拿钱过去支付的。刚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每一笔报来都会经过详细的审核了，哎。因为我们原本的预算里面呢、你每年该用的就用啊。这个第二预备金的意思就是说，准备在那边，以备不时之这个不时之需嘛。是不是这样？对，因为筹编预算跟实际执行哈、是时间是有将近一年有这个落差嘛、所以年度进行中各机关难免发生需要的状况，所以七十条有三款的规定，符合这三款的话就可以申请动支第二备金。那申请的话，我们也会逐笔会同有关的部会，然后也会检视它确实原有相关那个预算无法支应的时候，才会签报行政院核准动支。但有时候是天灾、或者是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事件的时候，需要来匀支啦、去年乌来啊，因为这个台风啊受到重创，请问啊，这个去年的这个第二预备金的部分，大概这个编列了多少？那实际执行了多少？去年预算第二备金就是75亿啊，75亿。在去年台风乌来的这一块，乌来那我们要查一下智山防洪，以及桥段路段的部分。这个地方有关那个灾害的部分哈、我们会从中央特别统筹分配税款来支应。我记得有一年呢、是特别的一个台风灾难。是不是可以从那个地方来这个匀支？我们会从特别统筹分配税来支应，就是地方的有关灾后复建相关经费。是，就地方的看法啊，其实他该去抢救的、该去修理的、其实是大水库的概念啊。不管是这一条钱，或者是统筹分配税款，到了地方用还是在该做的还是做嘛？是。对不对？是。可是，就每一个地方县市的这个心态来讲啊，他能要越多，他是要越多、是我们这个有规范了啊。那个灾害的话，当地方一规定，也有编地方的灾害准备金啊。那还有就是说，灾防法也有规定啊，灾害发生也可以以缓济急。那所以呢，相关预算在不敷的时候，那地方会报请行政院来协助。那我们也会
会同工程会等相关机关审核后来协助地方政府。好，你看我们看看了那个第十一条，就是上次这个八仙乐园事件，我们中央这边也给予大概7亿4000多万 的办理相关的这个经费啦。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地方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间中央就出手。对，这个有需要的话，我们当然都会协助各地方政府。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整个天气变化，流感的事情肆虐啊，那在这个时间有没有可能由这个第二预备金的部分来想一个，比如说全民施打流感，好，以免这样的一个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情好，不断的这个蔓延发烧。我想那个流感的部分，事实上，卫福部他们也会来检讨了那过去就说有需要的话，那个各机关报来，我们也会来尽力来协助。这些所有列出来这个项目大家觉得不是很实在啦。你比如说交通部主管3亿7500万，观光局他这里本来他这每年都有他固定的年度预算。那我想请教，交通部花的3亿7000万，他花在哪里？有没有实质的成效？那个成效的话，可以请交通部做说明。请交通部。提醒主机长，你看像那个一些人事的这个部分人事费不敷数，人事费本来在编制里面都应该有的，那怎么会第十三项的部分，海巡署的部分又花了4亿7000多万在这个人事的费用的支出？各委员报告，请这个交通部。是，委员刚刚关心那个动二的部分，去年我们申请3.75亿，这一部分是分别来做所谓观光的一个刺激消费。那主要是在去年11月到今年2月29号之间，有补助3.75万的这个人次37.5万的人次来做旅游的一个补助。3亿7500万。3亿7500万是他的金额，但是他人次三几万的那个人次。不，你们人次该补助的，本来在你们年度预算里面都有写的不，这是额外要刺激经济，由政府来编列这个动用这个预算。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额外是谁来规定额外？那我很多的项目我也可以说是额外比如说我们地方要办理这个自行车道，推动观光那没有钱每次推动没有钱还有一些这个学校应该做的这个停车空间不足，艺文场所不足，我也可以请你说这个主机长这边特别因为不够你来帮我编可以这样编吗？当时是因为去年到下半年以后经济非常的不好，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刺激消费的方式来提振经济。好，谢谢。那请问主机长，所以为了要刺激经济，也可以动用第二预备金吗？是，就是说那个景气不太好，行政院推出消费振兴的那个措施，所以相关的预算，各机关原有的预算无法支应的部分，就会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来支应。好，讨论到这边第二预备金它的真正的主要的意涵是有备无患。遇到问题的时候，中央可以赶快来推动，那不能变成是一个中央的小金库我决定了要怎么样因为经济不景气，我就动用这条钱，那谁来说了算？这行政院会向他审核。行政院我知道，行政院的谁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他没有受到国会的监督有，那第二备金也是送来立法院审议。先斩后奏我们最后都是最后才看到我们104年，今年多少？105年我们也是105年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些科目因为104年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没有看到所以这就是第二预备金第二预备金事实上就 是第二预备金的精神意涵，大家要说清楚嘛。刚刚大家听得很清楚
人事不足的部分你也可以云资。刚刚委员讲的、哦、你要促进观光也可以拿来用。是。所以这笔钱啊等于都是先没有在监督的情况之下就花在前面了、啊。你花的妥当接受大家检验合理的还无所谓。所以怕的就变成是一个小金库嘛。小金库的概念啊。每一笔都会想加审核。给红包 就给红包，或者是说哪个地方、哦、选举到了要绑桩，这个钱出去就绑桩啦、啊。不会啦，每一笔都经过详细的审核。好，希望这个制度把它做好、哦、制度不是因人而异啊是、哦，而是应该要一个准则，这样的地方大家可以有所遵循。是，有相关法规是。思瑶委员，吴思瑶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他讲完提醒我宣告中午继续开会。谢谢。主席，我想请我们的主计长跟经济部的那个卓次长。委员好。首先、我想要请问一下哈，针对我们经济部办理消费提振措施二次动用、第二预备金，那总计是16亿多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主计长，我们这次的费用占我们这次的第二预备金、已动资的比例是多少？比占几分之几？说16亿占我们69亿的百分比吗？哎，大概就是1/4左右嘛，对不对？是 是。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我们的经济部次长哈，我们第二预备金的动资需符合预算法的第70条，那70条当中是有3项，那104年办理消费提振措施是符合哪一项？它符合第70条第3款，因应正式临时需要，必须增加计划及经费时，是符合这个吗？是，你确定吗？不是符合原计划费用，因事实需要奉准订立原制经费不敷使用。对，就是第3款。那我看到里面其中有一项哈。我就是中观本年度哈、啊，行政院申请动资第二预备金的状况，许多部分都以哪一个经费不敷作为动资的原因？这样子的情形显示是怎样？规划没有完善。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规划不完善的而动用到这个预备金呢？我想这不是规划不完善，这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整个国际的景气，包括我们国内一样，都非常的不振，所以我们因为要提振，整个经济，还有提振那个消费，来扩大刺激，那个生产，所以我们才决定，提出消费提振措施，然后来推动补助购置节能产品这个案子。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次长哈，在我们2008年金融海啸造成我们消费紧缩的效应，当时我们的行政院是不是举债新台币858亿元，全国发行3600元的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这件事情您还记得吗？还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是。哈，当时发这个消费券的时候，对我们国内的经济有什么帮助？这个是不是请国发会来做说明好吗？对，有关消费券的发放，在2009年的时候，它对经济的一个提振的效益，我的印象好像是提振 GDP 大概0.5个百分点。提振多少？0.5。可是我看哈，国内生产毛额增加了363亿元，但是。别忘了，我们国家的举债是858亿元了。这样比较起来，我们这样子的成效好像似乎不是那么的好，对不对？八
报告委员，其实在我的印象在2008年的时候，第四季那时候民间消费是负成长的，可是因为2009年的1月18号发放消费券之后，那一年的整个民间消费的一个成长，我记得从第一季开始它其实就慢慢转好，所以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效益。好，那我们来看2008年到2014年，我们马政府的那个执政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率，你看一下哈，2008年经济海啸，所以我们发行消费券。那我们发行消费券，这个经济的提振的方案是要何时才能够启用呢？你看一下，2010年是10.63。但是2011的时候降为3.8，这个下降率更高。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做这样子的提振的一个方案呢？我想请问。其实那时候我的印象，那时候是因为遇到欧债危机，所以我们有另外的方案，也是有关经济提振，但是没有发放消费券。好，那有关看一下我们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率当中，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发放。那为什么会选在那个时候发放呢？有关那个消费提振措施，在去年发放，其实真的是因为刚才其实次长也有提到，因为整个国内的经济状况跟原来的预期是有一点落差，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让民间的消费可以维持。本席在这边要告诉我们各部会，只要是正确的做法，对国家、社会、民众都有帮助的话，我相信所有的立委都会同意的。但是呢，你选在我们去年国家总统还有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做这样子的提振的经济的措施，是不是有一种变相让人家联想你们是有做特殊的一个手段来作为选举的考量，所以做发放的吗？绝对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措施真的是考量到一个经济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消费提振措施我们延长也是延长到6月底。延长到几月？像本来我们的消费提振措施是预计做到2月底，那后来因为大家民众反应很好，那有一些措施我们觉得因为加码之后它其实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它，所以我们是延长到6月底，所以绝对跟选举是无关的，纯粹是因为就经济面的考量的需要。好，那台湾的国家资源有限，2009年消费券就花了那么多钱，那效益只有363亿。那这次的消费提振措施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何具体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的估计是可以提振 GDP 0.1%，提升0.1%。我们的目标就这样子而已。因为其实整个消费提振措施的发放的整个消费提振措施它的整个预算是50.8，其实它金额并不大。那它考量是希望透过政府的补助，然后可以让民众他其实也要掏出部分的钱来做一个购买，那来刺激消费。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本年度行政院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的状况，许多部会都以经费不敷作为一个动支的原因。那譬如说，我看到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学生生活津贴及主副食或卫福部几项动支的内容，这一些理应在我们的年度总预算的时候提出。可是呢，我看不懂为什么在业务内容不属于业务量会忽然增加这样子的项目出来。针对这个部分，我想请我们的主计长来说明。跟委员报告，因为筹编预算到实际执行是有时间上的落差，所以年度进行中各机关就是符合70条3款的要件的话，是可以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每笔我们也都会逐项的来审查，原有相关预算确实不够的时候，那行政院才会核准动支。那如果个案的话，那如果委员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请相关的部会做说明。因为我本席是觉得说业务内容应该要属于业务量才会增加嘛，你不属于它的那个部分怎么会突然增加？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部分我还是很有疑点啦哈，因为我希望我们各部会编的预算一定要经过我们立法院来审，但是呢我不希望这个预备金成为我们各部会的一个小金库，让你们方便在那边挪来挪去用。不会啦，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刚才委员关心那个警专的哈，是因为报到率到90%，比以往的平均报到率70%高出很多，所以才会不够，才报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好，以后要改进，谢谢。报告各位委员，因为今天
质询以及备询的官员非常的多，那又是礼拜一，所以大家工作都很忙碌，所以主席是不是征求大家的同意，我们把下午2:30的会议那提前到中午继续开会，我们中午不休息，一直到整个会议结束为止，那大家是不是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发放便当哈，那有的部会可能来不及叫，赶快叫哈。那便当发下去，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哈。那在不影响会场秩序的情况之下，请大家就原位用餐，不要客气哈，原位用餐。然后要去洗手的同仁也不要客气哈，保持会场秩序就可以，可以去洗手哈。请保持会场秩序好吗？后面发便当的不要太兴奋好吗？安静一点哈。好，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现场至少都还有4位委员要质询，那主要备询的首长如果待会实在没有时间吃饭的话，那主席会裁量看情形稍微休息一会儿让大家用个餐哈。那所以我们中午继续开会。接下来请高路已用，高路已用，高路已用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主计长，还有我们经济部的次长。委员好，请大家保持会场秩序，尊重林委员哈，发便当不要太兴奋啊，好不好？好，谢谢主席。主席长。大家关心，我持续刚我们几位委员关心的，我们第二预备金啊，你居然拿来投入所谓刺激消费啊，想要用刺激消费政府补助啊，来提高民众的购物意愿嘛，是不是这样？是。那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用第二预备金？那因为去年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景气不太好，所以我们国发会啊就会同各部会提出来这个消费提振措施，那相关各机关相关机关原有预算不敷的话，就会报行政院申请动支。去年景气不好啊，很早就会知道了、那从第一季开始啊就不断下修经济的成长率，到最后啊甚至要保一啦，剩下零点几啊，我都很质疑啊。如果没有用美化数字啊，绝对不会美化数字。去年搞不好是据实反映负的啊，我们据实反映 是 minus 的负成长啊，我们据实反映。那你说没有政治性的考量啊，我也不相信、啊。为了去年的选举，为了马英九总统的面子啊。所以你要刺激消费，用第二预备金，消费提振措施与选举无关，我觉得很不妥了。因为啊，第二预备刺激消费这种政策有没有效，这个可以检验的、啊。但是啊，你不应该用第二预备金的、啊。这个只要符合第二预备金动支条款，经过审核之后，第二预备金的条款啊，是其实几乎不设限的、啊。你不要老是说用。符合第二预备金的条款，当然是合法，不合法你敢用吗？对，所以这是法定的。那这合法是不够的啦，因为第二预备金的因临时、因正式临时需要啊，可以增加它的计划和经费嘛，对不对？是。那你当然任何解释啊，几乎啊包山包海，你都嘛可以用第二预备金。因为筹编预算到实际执行哦，是有时间上落差。那有需要的话，就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了。这不是政治。那你做了下去以后有没有效果啊？你现在，我看经济部一共花多少啊？节能的产品花了11亿多，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请说？是，我们用掉多少钱？一共花了16亿。啊？花了16亿。16亿，那表示后来有追加5亿啊？对，一共第一次11亿，第二次追加5亿。5亿是什么时候追加的？今年追12月底啊？12月底，12月底追加嘛？那今年追加多少？今年没有，今年没有追加。哎，是。那这个计划还在进行吗？
二G 到四G 的部分，我会听说要延长，会不会？会不会延长？那会到六月三十号，延长到六月三十号吗？是。那会不会用到今年的第二预备金？不会，确定不会。你不可以用到今年的预备金哦。是。因为啊，今年啊有政党轮替的问题嘛，那你新政府认不认同这个政策，你也不晓得啊。那你怎么可以延长到六月底？不，我想有点可以确定的，我们不会用到今年的第二预备金，对。所以再追加这五亿用完就没了嘛。对，没有完。所以十六亿多就可以全部解决。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算的啦。但是啊，其实你的所谓刺激消费啊，当我们提到的，你发消费券发了七八百亿啊，都没什么效果啦。你花这十几亿会有什么效？会有什么作用？浪费啊，非常宝贵的第二预备金的资源。就好像啊，你那个二 G 手机升级为四 G 啊，执行率就很差。现在呢，好像不到一半嘛，是不是？65。65啊，也是很不好看嘛。我说你浪费这些宝贵的第二预备金的资源啊，因为我要跟主计长讲啊，今年啊，我们台南发生很不幸的地震灾害，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消防弟兄们，他们非常的勇敢和奉献，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啊，要去抢救别人的生命，但是他们的装备啊严重不足，这个现象也凸显出来。我看我们去年预备金有动用1亿多去补充各县市的消防设备，是不是这样？你主要是补助哪几个县市？谁可以回答？就请那个消防署。消防署的代表在吗？委员好，是啊，内政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补助的经费，全国各县市都有，那目前执行的状况都大概只剩下台南市的部分还没有完成配置以外，其他都已经完成了。只有台南市还没有完成吗？只有台南市。那刚好地震就发生在台南。对。不过现在目前已经在验收阶段了。台南市补助多少？好像是1800多万。1800多万嘛，啊。那基隆市补助多少？基隆市哦。委员容是不是容许一下，事后我再给您报告。对，每个西木。你，主理长，他去年这个全国1亿多的消防设备补助哦，他也是动用第二预备金哦，是不是这样的？基隆是238。238万嘛。你那个补助消防设备，这1亿多，执行率也很差。你今年台南的地震是今年已经发生了嘛？那你去年动用预备金，为什么台南市的消防设备，你经费还没有给他使用？那同时啊，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基隆市的搜救队啊，那器材啊非常的破旧，他连服装啊，救灾服装啊都不齐啊。那救灾的基本工具啊，像电动型的中小型破坏器具，这些都是媒体报道的，严重不足。那为什么不能多要一点？包委员，主席长，这个就是我讲的嘛。你事情需要啊，正式的计划一定有个先后。那么宝贵的经费啊，要用在刀口上。第二预备金啊，在分配的时候，你像消防。如果没有发生灾害啊，我们还不知道啊，在第一线呢，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们啊，是这么样的辛苦和可怜啊。像基隆连救灾服装都不整齐了，像台南好不容易争取到1800万啊，也还没有执行。结果你那个什么节能的什么家电设备啊，就为了所谓刺激消费啊。
为了冲马政府的经济成长率要保一啊，你就花了十几亿啊，你去比较看看、啊、所以我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啦，我要提出说你第二预备金啊滥用啊，那第二预备金呢也没有花在呢所谓紧急必要，没有用在刀口上。第二预备金没有滥用，每一笔都经过。你只有讲一个什么合法使用啊的合法，那当然是合法啊。那合法没有不合法还用讲？只是你这个规定啊，合乎正式需要啊，几乎就包山包海，随便你使用。那每一笔都会经过审核。那请用在啊该用的地方啊，你去比较看看。每一笔都全国的消防设备才补助一亿多，你搞一个什么节能的电器设备啊，花了十一亿还不够，还要再追加五亿，有什么效果？每一项都有它的需要。有什么效果？是，你去比较看看，对人民、对国家、社会 的必要性。消防设备我们也是动，所以啊、哦，你那个所谓刺激消费啊，不能动用到今年的预备金哦。那不会动用今年预备金。好，谢谢主席长，谢谢主席，谢谢。请吕孙林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陈一鸣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主计长以及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官员好吗？谢谢。好，这个卫生福利部哈啊，早，好，早，好，早，委员好，好，卫生福利部哈，疾病管制署在这一次的这个2014年度的总预算的第二预备金动支方面哈，有提到你们好像动支了两亿多嘛，哈，主要是用在这个登革热啊防疫上面嘛，哈，那分别针对一般的行政有1001万跟防疫的业务有2亿9000多万元的动资了哈。那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虽然资料是稍微简略了一点，不过你们提到说你们办理登革热紧急防治及应变病媒蚊的抗药性的监测，推动登革热 NSI 就是快筛，然后另外呢用在各县市的清除滋生源。为什么各县市清除滋生源是用从疾病管制署来申请预算，这不应该是环保署的业务吗？跟委员报告，是不是请专副署长跟您说？好，请。包委员，每一年我们大概就是编列人力的预算啦，就是请他们就是调查这个病媒蚊密度。是，所以是环保署拜托你们？也不是，也不是。那环保署自己没有预算吗？他们每年不是有一个登革热病媒滋生源的清除计划？他们本来就有一个计划、啊、他们是每年都在编的啊，登革热病媒蚊滋生源清除计划，这是他每年在编的。那你们现在又在你的这个动用第二预备金的时候你又帮他们编，这难怪他们环保署都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请环保署是不是也可以代表可以上来一下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哦。你们在2014年度，你们总共好、哦、申请了两次，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在10月19号动支1亿4210万，到隔了两个礼拜就在动支1亿4005万？为什么要分别申请？主计长，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吗？为什么行政院在审查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不一次申请要分两次？应该是说第一次有一个4200万是先给台南的部分，那台南给了1亿4000万。对，没有，第一次是4200万。第一次给了4200万。4200万，可是你资料写1亿4200万呐、啊。哦，然后然后隔了两个礼拜之后，你又说动支1亿4005万呐、啊，所以数字错误。那主计长，这怎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差了1亿耶。差了1亿，而且为什么是到10月才在处理这一块？疫情不是6、7月就达到高峰了吗？哦，没有没有，疫情大概是台南是到9月嘛，那高雄的部分一直到12月。对，所以你们在编这个东西在申请的时候，那个流程里面是行政院哪一个单位
没有，应该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疫情在台南比较严重啦，所以就是先立刻针对台南部分有先做了一次。好，第二次在这里高雄，所以你这个是数字错误是不是？也不是啦，也不是。第一次是4200万，第二次是2亿4000万，是这样子吗？2亿4600万。对，所以第二次是2亿4600万，第一次是只有4000万。4600万，对。好，那主计长，你们怎么会让他和？怎么会让这种错误的资讯给到我们立法院呢？差了1亿，就是你整个的报表资料是错的嘛？第一次10月19号你说只有4000万，到10月28号你才动资2亿嘛？这第一次你是给台南，好，没关系，请你们把它查清楚，再把资料给我。应该说第一次有6300给台南6300万，第二次是7亿。你刚刚讲4000万，现在要变6000万。应该是合起来一起，合起来一起。好，那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状况。其实前年高雄就有疫情嘛，对不对？你前年在申请登革第二预备金的时候，你申请了多少钱？2013年度，我查了一下了哈，你们这因为都网站都有资料。2013年度，你们申请第二预备金是申请了1亿，其中有4000万用在登革热，6000万用在伊波拉病毒。请问台湾有伊波拉病毒的流行吗？为什么会需要6000万，然后4000万才在做登革热？在2013年度只花了4000万，你到2014年度就花到2亿4000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成比例？主要在伊波拉部分，因为是属于整备的部分啦。那各医院整备也需要花6000万，那你是擅台通知吗？也不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们 CDC 不能够，尤其卫生署哈、卫生福利部哈，在这部分在经费的核销管考这方面，还有在一开始申请第二预备金的时候，必须要全面性的检讨。所以本席哈要求。应该提供给本院更详细的计划内容、实施计划、各县市支用情形、办理成效哈。你们给了台南好6000万，你给了高雄市多少钱？7000多万。7000多万，好，高雄市的疫情是比台南严重很多嘛，对不对？人数也比台南多嘛？比较多，22000，台南比较多，19000。哦，高雄比较少，好，可是前一年。高雄是很严重啊，对对对，对不对？然后你们做这样子的预算的分配都没有帮，就我们的这个环保署都是用平常的计划在指引，然后你们还要帮环保署申请钱拨过去给他们用，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恰当。本席好、强烈的要求你们将来应该分别各尽职责去编列预算，不要好、这个。部跟署之间还在那边互通有无哈，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主席。请陈欧珀、陈欧珀、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黄秀芳委员、黄秀芳委员、黄秀芳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提书面质询。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也提书面质询，请蔡益宇委员、蔡益宇委员、蔡益宇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不在，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对不起，请吴坤玉委员、吴坤玉委员、吴坤玉委员不在，请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不在，请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请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不在，提书面质询，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请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请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委员不在，请李俊毅委员、李俊毅委员、李俊毅委员不在，请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李坤泽委员不在，请苏振清委员、苏振清委员、苏振清委员不在，请赵天麟委员、赵天麟委员、赵天麟委员不在，请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不在，请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不在，请费宏泰委员质询。
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列席的首长们，问一请一下财政部次长在这里。吴次长，请。委员好。那个次长问一个跟第二预备金啊没有太多关系的题目哈。这个我们关谷很多银行啊，最近啊纷纷都要希望增资，就像我们曾委员曾明忠委员在当金管会主委的时候啊，鼓励我们银行啊要去打亚洲杯。要打亚洲杯呢，当然你的资本额就要够大，对不对？所以像去年的这个台银土银啊，我帮他们一个忙，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获利的部分啊就保留在他银行，作为他基本公积啊，资本公积，让他增加他的资本额哈。这个我记得第一银行啊还有兆丰也都分别增资过哈。张银最近要增资啊，张银最近增资啊，我想你是主管这个关谷银行业务的这个财政部次长哈。这个张银当要增资的时候，台新啊，台新原来一直想要并掉张银嘛哈，他就提出反对。针对现在张银他的经营团队希望他要增，我看他的资本额是900亿，在关谷银行里面算是小的哈。那针对这样子的题目，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第一个跟委员报告，这个是属于银行公司自己的事项哦。那充实资本一直是银行提升竞争力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哦。那这一次这张营的一个提案呢，它是要在章程里面去做一些修正。那么因为它的资本额如果不够大的时候，它未来纵使盈余转增资也不够空间，所以它只是先把章程做一个提高。那么未来实际要经过股东会，如果章程修正通过之后，未来实际要以什么样方式来增资，包括现金或盈余等等，这还是要经过未来的董事会去讨论。这未来的董事会是多久以后会做这个决定？这个部分是首先章程要经过股东会通过，那明年股东会通过之后，如果有通过，当然后续的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治理的事项，在董事会里面去决定要什么方式来增资。我想这个部分是对所有的股东都有帮助的。市长，我在问你，这个时程到底什么排到几月份，他的董事会会通过？他这个部分因为要先经过今年的股东会通过。对，股东会大概在几月份开？一般来讲是6月份啊。不过因为现在这个个案，它到底哪一天我们还不知道。不过一般就是6月份。这里面啊，我想问你的问题就在这儿哈。一般的股东会大概都在6月份。是。股东会我们知道，5月19号、5月20号，政府就要换人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新的就是这个蔡英文女士她所领导的新政府啊，很多里面的人跟台积很好，到时候会不会有政府的行政院直接就告诉你们这个财政部，通知张营团队说不要增资了？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对张营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我跟你讲，工会的人一直在找我，他们认为希望政治力不要去影响到这个案子。那你们要请问一下，当然5月20号可能你也不去管这个业务了，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对张营的永续发展，你认为这个增资案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这一次是完全由张营自己提出来的，财政部是尊重他，财政部并没有去主导他要增资，这第一点报告。第二点就是说，他要提出来增资是强化他的竞争力，这个部分是所有银行永续经营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如果说有任何什么样的不同声音，我想是由张营这边提出。你讲了一个重点了哈，公司治理为了他的竞争力，
所以我想我也不为难你了，我只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蔡英文的女士的所找的行政院的院长，说日后找的财政部的部长，麻烦你们的手不要伸到张营的公司治理，影响到他的经营，好不好？是这个，我想我们国库署的署长也在这里，把我的话带到，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请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不在，请赖瑞荣委员，赖瑞荣委员，赖瑞荣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请徐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不在，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请徐贞卫委员，徐贞卫委员，徐贞卫不在，请蔡世应委员，蔡世应委员，蔡世应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郑丽君委员，郑丽君委员，郑丽君委员不在，请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请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在，请陈莹委员，陈莹委员，陈莹委员不在，请林淑芬委员，林淑芬委员，林淑芬委员不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啊，谢谢主席，请主机长。江委员好。主机长你好，你们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卫生福利部哈，我们现在省104年的二倍金，他的社会及家庭署是连续4年动支第二预备金，这里面包括建构托育管理制度以及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的津贴实施计划，啊，请问主计长，这两个计划你是依据预算法70条的第几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他是说因为增加业务量，你何以判断他当时跟你申请是用第二款业务量增加？他为什么是业务量增加？因为实际的人数有增加，出生人数增加。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我们直接讲重点啊。其实这都是跟你们调的资料哈。在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其实在104年它的计划预算跟后来的决算18亿跟17亿，其实相当接近哎。尤其是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有没有？从101年到107年，其实每一次卫福部这个社会及家庭署他所提出的计划预算，一开始的时候跟最后的决算数，101年39.6亿，决算39.8亿，102年49亿，决算49.2亿，都非常接近。他是在他编预算的时候，你主计总处这边把它框住的，不让他编那么多，后面你又违背你自己写的要点，让他从二倍金来变成他的业务支出，我看起来是这样子啊，请回答。我请那个卫福部跟您报告一下。委员好，施家署这边说明一下，那这个你的说明早上我听过了，我要问主计长，主计长难道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卫福部所报的真正的计划预算是多少钱吗？都是你这边把它框回去的嘛？哎，你那卫福部你自己要知道呢。今天我帮你们社会及家庭署帮你们讲话，你们一开始就应该编列这么多，你们预估也是这么多，你们就照编，要求主计总处给你们这样做就对了。结果你们不是啊？今天上了二倍金来这里报告的时候，你还要帮主计总处说好话啊？明明就是他把你框架了，不让你有预算实质的一个编列嘛。后面在总预算审查的时候，在卫福部经费要统删的时候，又开后门，针对这两个计划，并没有做任何删除，让他可以用二倍金来补充业务不够，这是实在话嘛？为什么上台来不讲实在话？为什么要做欺骗呢？
我想筹编预算啊，到实际执行是有时间上的落差了。没有时间上的落差，他每一年一开始年度告诉主计总处他应该编的计划，他的内容到最后的决算数几乎都是一致，只是你先把它框列住，先叫他减，后面才用二倍金去补他。那你就二倍金不要75亿，不要那么多亿，你二倍金减下来，直接让他在业务实质能够编足，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有这几年的经验，事实上，主计长，你到今天你还要讲说，他们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年他未就业的父母变动情形很大，或是托育机构变动情形很大，那表示他们业务没有做好喽。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他每一次的计划预算一开始他报给你主计总处，他所需要用的这个经费都是正确的。现在在筹备是你不让他编那么多嘛？预算你不让他编那么多，会同相关的部位，会同卫福部来检讨编列。如果你主计总处真的认为卫福部不该编那么多的话，那你就照你自己的要点啊。这要点是中央政府各单位预算执行要点，主计总处自己定的，要避免每年用相同的事由去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啊，这些都是累犯。那到底是他们的业务计划没写好，他们浮编，还是说他们错编？那不然你就照你主计总处应该对他们的规定，就不要让他们这样子编啊。可是你为什么又让二倍金？为什么他来申请的时候，又申请得那么准，又回到他当时年度一开始所要用的这个计划预算？啊，你这是玩数字游戏啊。那不会了，因为就跟委员报告，就目前在筹编106年度的预算，本总处会会同卫福部来检讨来编列。我问你哈，像今年是105年哦，你105年，其实有关于建构托育管理制度，他们当时希望是跟原本4年的计划都是将近在18亿、19亿左右，你还是叫他们编14亿，你今年还会在？核定让他们同意，让他们再申请二倍金来作为不到18亿，因为他今年只有编了14.6亿。你今年还会再给他们吗？今年给他们用二倍金来支应业务不够的吗？还会吗？你这个父母未就业，他从101到107其实都估计得很接近，他今年预估啊要47.2亿，结果啊卫福部啊，你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你还是编只有44亿，你也不敢跟主计总处去主张，你敢保证今年度的二倍金仍然还会让你申请给你通过去补足你业务不足之处吗？你敢保证吗？现在新旧政府在交接呢，主计长你怎么会这样去认为说520上台的新政府一样会让你一样用相同的见解去看预算法70条，不管是什么临时需要还是事实需要还是增加业务，万一新政府跟你见解不同，这两样不是开天窗、啊、请回答。是预算法有明定70条有3款，那每一笔动支一定要符合这个条件，然后会详加审查。你自己主计总处有没有规定不要连续以相同的理由用二倍金来作为业务之支出，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是希望避免。那你自己定规则，你自己又破坏这个规则，然后你又把预算法那3条来做最宽容的一个解释啊？错不在你，在谁？是希望尽量避免。当然，一方面我们现在在你二倍金不用编那么多嘛。年度的预算，假如二倍金都是业务会，你当时让各部会各机关就让他们编列组合，因为他们在预算在这个试算的时候。真的呢，这最后加上业务费，加上二倍金，到最后决算的时候，他们是估得非常的精准，非常的一致啊。但是就是在你主计总处这边一开始给他框一个最上限，不要让他说他的预算看起来好像编很多，而本席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耶。我想筹编预算的时候，事实上会有很多的考虑哦，会何时来编啊？那你的要点是写假的喽？是不会。现在筹编10，跟委员报告，现在在筹编106的总预算，本总处会会同卫福部。我先问你，刚刚还没有回答我，105年今年，卫福部关于托育管理制度跟
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仍然没有编足，今年还会动用二倍金给他们做业务支出吗？这个要看他们实际执行的结果。如果实际执行，就破了你连续几年都用相同理由用二倍金去支应，你还是会让他们去支应吗？这个真的还是要看那个会不会实际执行的结果，会不会有没有一念无权啊？你知道吗？为什么？ 是因为520新旧政府要交替了。没错，万一政府的新上任的政府对于你们过去预算法70条这三样在那边呼隆呼隆，然后数字绕回来绕回去，觉得是不妥的话，那今年这两样开天窗要影响多少人？我认为这不是卫福部没做好，他们做得很好，他们算得很精准，是主计总处的问题，你要不要检讨？我想你该为这个做检讨。应该有需要的就会核准动支了。这个我认为你应该为这个做检讨啊！我跟主席要求，主计总处必须要为他自己定的要点，不得连续以相同的理由用二倍金去支应业务，这是他自己定的。这跟预算法他不断的用70条去纵容，这个互相矛盾跟违背，这个我觉得需要啊一份报告。给我们大家知悉为什么主席总处总是这样玩数字游戏。以上。请主席裁示。请主席总处提供报告跟本委员会的委员联席会的委员好不好？好，谢谢。请张廖外接委员，张廖外接委员不在。报告各位委员，我们第一轮登记的69位的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那现在有刘建国委员，因为他刚才有登记，但是因为他可能跟其他委员会时间撞档哈，所以他现在请求发言，所以我们是不是给他5分钟质询？好，谢谢主席哈，我会很快哈，有请我们的主席长。刘委员好。所长，可不可以简单再跟我们说明一下二倍金的主要用途是什么？依据什么法律？二倍金，越简单越好。是预算法70条有3款，就原列计划费用事实需要奉准修订原预算不敷的可以动支。那第二个就是原列计划费用因为增加业务量所以增加经费。第三个是因应正式临时需要必须增加经费。一二叫做原列，对不对？一二通通叫做原列，对不对？是。好，第三因应正式嘛。是。那因应正式过程里面。所谓的提振消费提振措施也叫做因应政策的范围里面可以这么说吗？消费提振措施，消费提振措施我们引用的是第三款，对，所以引用第三款嘛，是它还是这个范围里面嘛，是哦。那接着预算法里面如果这样的明确的规定说它可以应用在这个范畴里面，也可以把所谓的消费措施提振的这个方案放在这里面，那其实有时候预备金的功能反而不照优先顺序做排列，那到时候预备金会不够使用，还是预备金的那个总 total 的排序比例上去就从第三款跑到第一款的比例占得更多，这样你觉得这样会有道理吗？我讲的意思你了解吗？一原类，二原类，第三因应正式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因应正式的过程里面比例都高过于一跟二。你觉得长久以来，你当主计长，还是以往的主计长的任内，有这样在处理第二预备金的动支情况吗？是这样子，那每一笔动支的话，都会经过详加的审核，那并不会说你这是属于第一款才可以动支，第二款才可以动支。事实上还是要看它的。我知道，请教你，就是说，当你当主计长的任内，还有以往的主计长的整个在执行动用第二预备金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比例。相差很大，也就是说，我刚才因为正式上的一个动支情况，它比例高过于第一款、第二款，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情况，有吗？跟委员报告，从98年看起来，在100年度的时候，第一款是24亿多，第二款50亿多，第三款是3亿多，就是我可以跟你要这10年就好，不太一样。这10年，好，对，刚我们分别一二三款里面动支情况。给我们这个联席委员会的委员做参考，这第一点，好不 好？第二点，你知道消费提振措施实施至今，国家已经投入多少钱？这边，总共需要50亿余元，那动国会是统计50.9亿嘛？对对对。
那动二的部分是31.5亿。31.5亿嘛，哈。是。那当时应该是毛潜院长说决定的，对不对？是。然后说有效会提时，提高 GDP 0.01个，0.01个百分点，有吗？到现在有吗？这请那有必要的话，请国发会可以说明。来，有请国发会。报告委员，对我们当初估计是这样的，可以提振 GDP 0.1个百分点。啊，有吗？依照我们现在之前主计总处在公布今年跟去年的一个 GDP 的一个预测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讨论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离这个目标不远。离这个目标不远。对。主计总处在1月29号公布嘛，哈，去年第四季及全年的 GDP 概估统计，受到出口及民间消费不如预期影响。第四季 GDP 能为负成长0.28，好，低于原先预期 的成长0.49，那全年的 GDP 成长率仅剩到0.85，较前一次下修1.06，减少0.21个百分点，是近6年来表现最差。你说可以到达预期？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消费提振措施，我们国内的生产毛有说可以增加到154亿，有吗？有达到这样吗？我们的预估是可以达到1971.8。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好，不，你就把你跟主计处的计算方式的差异，也给我们一个表，好不好？你让你讲，我算没出来。其实这个不太一样，主计总处他预估的。我不管你们一不一样，你就把差异的表给我们做参考，我们会回去好好的研究学习，然后我们再找时间来好好可以跟你就教。好，请回。工业局哈，工业局局长，当时哈，经济部有办理一个购置节能产品的实际化，也是在这个措施里面的。他当时是讲说，毛前院长在任的时候是讲说要从所谓的石油基金去支应，啊，怎么后来又跑到第二预备金？这是什么状况？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委员报告，那个节能是在能源局，能源局副局长。哎呀，我先问局，主席长知道吗？这个状况你知道吗？整体说，就是说各机关原有相关预算或者是基金能够支应的，就仅先由那些支应，那只有不够的才会动支第二预备金。啊，但是你们在11月9号就已经发布嘛，是要从16亿3600万，原则上就是由石油基金去支应嘛。后来为什么跑回第二预备金去支应？这个我们跟委员报告，因为整个来讲，我们除了做振兴经济之外，其实还是为了我们的能源产业。那它因为它有节能效果，所以是由我们石油基金依照它的收支报表运用办法来处理，所以本来就是要由石油基金来做。可是因为石油基金，因为它是跟民间的油公司收这个钱进来作为这个费用，可是因为它原来过去收的钱没有再继续多收，所以钱不够。所以当时毛前院长乱讲，搞不清楚状况，你们的钱收不够，他在从这边去宣布说要从石油基金去动支，所以他们不会体恤下属的辛苦，所以下属提供讯息。那跟他所宣布的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是毛前院长错，然后最终变成主席长还要从第二预备金去动支，不是本来就是要给石油基金做，只是他的钱不够，所以需要就不够嘛，对嘛？啊，不过他们没有掌握嘛，他就不应该去这么讲嘛，他们应该跟你们问清楚之后才可以对外去宣布嘛，对不对？16亿多呢，二倍金呢，占了1/5呢，对吧？所以嘛，你赶快领我当来对石油你们的石油基金的支应状况、收支的对照表、明细表，也给本联席委员会做参考，谢谢。我是要凸显一个问题啦，吼，请回，吼，没事。这预备金是救命金啦，吼。较早我做过代表，做过议员，这款钱吼，安尼处理我是感觉真奇怪。啊，我过去捌你问这款代志，主计长你也做一段时间，吼，全国的主计你是一把照。而且你的任期蛮长的一段时间，我是觉得台湾的政府如果针对二倍金的动支状况，如果依照法律，当然大家都不违背，但是还有一些应该基本上有一些遵循，这种遵循来讲，不应该有任何人去打破，除了国家发生了重大灾变。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把一个消费提振的措施放在一个二倍金的比例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之下，这是。我当一个明代，不管我是来自基层，不管是现在中央明代，我都不接受。好，这是我这样跟他说了。过来，你再看那个工业局，工业局办了一个二区换四区，这是做恶一个，我较早用二区的，我换三区了，才改这个政策。
伊原本按算四十万支啦吼，伊到一百零年六月三十，每一支补两千块，所以到三月二十，伊今麦个查这个报告出来是说还有十二万支的名额，是不是把一周内把这相关你们之前的状况、当时的预估情况也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了，好不好？好，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很奇怪的这种提叫做什么。我还没办法记住这句话叫做消费提振措施。以前八百多亿的消费券提升什么东西，现在又搞一个五十几亿，然后又从二倍金去动资。我是觉得国家不应该这么搞这种事情，做这种事情。尤其主席长，你应该把关。石油基金不够，怎么就回来就找你？那你就同意了，那也很奇怪。你应该坚持你的立场了，提醒你，谢谢。报告各位委员，我们报告以及询答都已经完毕。委员包括徐志荣委员、杨耀委员、庄瑞雄委员、段宜康委员、许淑华委员、陈廷飞委员、李坤泽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现在进行审查及临时提案处理。我们首先请议事人员宣读10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宣读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机关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第二款，行政院主管38,485,000元。第六项，国立故宫博物院11,354,000元。第十二项，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39,860,000元。第十四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32,589,000元。第十六项，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77,500,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14到16页。第四款，司法院主管5,207,000元。第一项，司法院5,207,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16页。第七款，内政部主管2,092,100,000元。第一项，内政部255,000元。第三项，警政署及所属4,890,000元。第五项，消防署及所属1,4,947,100,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16页到17页。第八款，外交部主管1,3,225,100,000元。第一项，外交部1,1517,800,000元。第二项，领事事务局1,707,300,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18页到19页。第十款，财政部主管8,224,900,000元。第一项，财政部689,800,000元。第六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1,543,700,000元。第七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281,100,000元。第九项，官务署及所属1,245,100,000元。第十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4,465,200,000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19页到22页。第十一款，教育部主管1,7,293,900,000元。第三项，体育署1,7,293,900,000元，参阅预算书22页。第十二款，法务部主管2,8,858,700,000元。第一项，法务部主管第一项法务部4,697,700,000元。第四项，廉政署8,580,600,000元。第五项，矫正署及所属1,3,580,400,000元。第八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2,000,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22页到25页。第十三款，经济部主管24,5,344,700,000元。第一项，经济部16,5,344,700,000元。第二项，工业局8亿元。以上参阅预算书25页到27页。第十四款，交通部主管3,7,500,000元。第四项，观光局及所属3,7,500,000元，请参阅预算书27页。第十九款，农业委员会主管2,0726,600,000元。第一项，农业委员会1,6435,100,000元。第七项，畜产试验所381,700,000元。第八项，家畜卫生试验所426,500,000元。第二十一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3,483,300,000元。以上参阅预算书27页到32页。第二十款，卫生福利部主管21,8118,800,000元。第一项，卫生福利部6,0396,800,000元。第二项，疾病管制署
3.329亿元，第三项食品药物管理署1.941亿元，第五项国民健康署3254万7千元，第六项社会及家庭署11亿1727万7千元，第七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1469万元。以上参阅预算书32页到40页。第21款环境保护署主管2353万元，第一项环境保护署2353万元，请参阅预算书40到41页。第23款海岸巡防署主管4亿7千万元，第三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4亿7千万元。以上参阅预算书41页到42页。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等案等14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照案通过。请议事人员宣读两个临时提案。宣读第一案，有鉴于本波流感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甚至超过 SARS 疫情十分严重，尤其死亡人数中以壮年未注射的流感疫苗者居多。根据医界分析，国人总施打流感疫苗率才13%，此乃流感疫情蔓延之重大原因。根据估计，国人不强制，但每年全民施打流感疫苗总经费不过30-40亿元，而行政院办理补助购买家电、换购四 G 手机及旧车换新车之预算，即远远超过此数，故建议卫生福利部及行政院主计总处研议，在不强制前提下，全民每年免费施打流感疫苗之可行性。提案委员卢秀燕、江永昌、王荣章、曾明忠、林德福、李应元、罗明才等。宣读第二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瓜湖由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改制，因历年台风、豪雨等天灾，造成该中心48栋传统家屋毁损了41栋，残破不堪。该中心历年碍于年度仅1200多万元。仅可因应该中心人事费及基本营运，实无法筹措41栋的修缮经费4921万863元，以至于传统家屋残破不堪多年。进入该中心参观访问的国内游客，只能看到惨不忍睹的原住民族传统家屋，不仅有损失原住民族文化之美，更有失国家颜面。请导览时亦有安全之余，鉴于该中心系展现原住民族16族传统建筑之美与原住民族建筑智慧的重要户外展场，亦系国内中央及唯一设置为保存、维护及推广原住民族文化之处所，且其传统家屋毁损之噪音系天灾所致，未修护天灾导致的灾损，符合预算法第70条第3款，因应正式临时需要，必须增加计划及经费时，得动支第二预备金之规定。原建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应支持动支105年度行政院第二预备金，以紧速修复天灾造成毁损的原住民族传统家屋设施。提案委员郑天才，联署委员黄昭顺、陈怡杰、黄伟哲、陈欧珀、林德福、曾明忠、李应元、江永昌、卢秀燕、费宏泰、罗明才等。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两个临时提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第一案照案通过，第二案照修正意见通过。另外，我们江启臣委员也提出书面质询。江启臣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也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针对讨论事项做如下决议：一、愿附交付审查行政院审。函请审议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业已审查完竣，提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之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席补充说明。二、院会交付审查各机关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数额
超过5000万元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等13案，均已并案审查完毕，准予备查。第三，岁初正式别依岁初机关别审查结果予以调整，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告各位委员，我们在场的各位官员哈，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现在还留在现场的我们的费鸿泰委员，谢谢曾明忠委员，谢谢江永昌委员。为什么我要特别提他们三位？因为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哈，一定要有超过2位以上的委员在场，那我们的今天会议呢才能够照案通过。恭喜各位，你们的第二预备金，去年度的预备金才能够审查通过啊！所以这几位委员，继续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的案子能够成案，审查能够通过哈、啊！所以他们这几位特别谢谢他们。那我们今天的审查非常顺利，我们现在电视散会休息，我们现在宣布散会，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没有没有没有。